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今天议程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要审查家庭教育法的相关法案。那这个修正草案有八案，分别是行政院以及柯政委员、何新成委员、张廖万坚委员、钟嘉宾委员、陈廷飞委员、林静怡委员、李丽芬委员具名提案。那第二个我们要审查学校午餐促进条例草案及学校营养午餐法草案，总共有两案，分别是蔡培瑞委员及黄国书委员的拟具草案。那这些两个法案今天都是进行询答。那首先我来介绍在场的委员，我们首先介绍黄国书委员，李丽芬委员，何新纯委员，林静怡委员。那今天因为审查家庭教育法跟学校午餐法，所以列席的各部会比较多，那我就来介绍主要的长官。我们是教育部的部长潘文忠潘部长，教育部的常务次长林腾蛟林常次，以及我们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的法官林学勤，文化部专门委员严荣兴，卫福部检任记者吕念慈，还有我们内政部民政司专门委员罗素娟，还有我们财政部国库署副组长张立慧，还有法务部的参事张春辉，劳动部劳动福祉司的专门委员杨振营，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专门委员张崇祯，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廖玉玲，行政院环保署林松锦组长，原民会教文处洪林专门委员，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罗天健副处长，经济部国际贸易司胡少林副组长，以及我们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徐福主任。好，那么介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要请提案委员来进行提案说明。那我会按照提案的这个顺序来这个邀请。那柯政委员柯政委员不在现场，我们接下来请何新纯委员进行提案说明。谢谢招委哦，那大家早哦。那本席有提出家庭教育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哦，因为我想这几年大家都非常的心痛哦，有太多的家暴以及虐童的事件哦层出不穷哦。那除了修法重臣我也有提案之外哦，我想社会安全网的建构预防，还有除了学校教育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根本的家庭教育，我们要来努力跟着手哦。那不可否认，目前的家庭教育法的落实以及观念的建立都不够完整，也不够周全哦。甚至呢，我想很多发生问题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现有身边的很多的家庭，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意识到我们现在缺乏该有的亲职教育哦。所以呢，我在106年就提出四条的相关修法，希望能够建构更周全，然后给予更多的亲子教育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父母也好，或者是有需求的家庭也好，更多的这个支持哦。所以呢，我修正了第一条、第二条以及第12条、第14条的修正。那事实上，这4条的修正最重要的呢，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哦，那很多家庭问题的发生呢，事实上有可能在于亲子的沟通，或者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哦。那所以呢，我在希望呢，能够把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这个不管是失去亲友的这个教育，就失亲教育、伦理教育、家庭伦理教育，还有呢婚前跟离婚，就是婚姻当中所面对的问题的一个教育哦，还有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常常看到发生问题的很多都是
情绪失控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把情绪教育呢，能够呢在我们法律里面明确，那未来在执行面上能够推动，那还有家庭跟社会关系的教育哦，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家庭是孤立无援，他甚至不懂得如何跟社会连结上哦，那这些我想都必须要在我们的第一个在法规里面纳入，第二个我们希望呢中央跟地方政府可以合作，如何的来思考去推动。所以呢，在第十二条，我除了在现行的我们家庭教育的相关的这个机构里面，我们鼓励，比如说空中大学、大专院校也要开设相关的家庭教育的课程。那更进一步，现在大家都认为说地方上的家庭教育的机构呢功能不彰，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法院里面把他们明确的纳入，那希望给予他们更法定的地位。那未来呢，中央地方政府在编列预算的时候，也一定要专款来编列来支持哦。所以呢，在第十四条里面，我把这个家庭教育办理机构呢，应将家庭教育中心以及各级的社会教育机构都纳入哦。我想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充实哦这个家庭教育的能量以及它的功能哦。那我想我们结婚成为父母，或者是没有结婚成为父母，都是需要成长跟学习哦。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一边在思考，让自己怎么去跟家人互动，怎么去照顾家庭。所以呢，面对现在的社会现象，我想再一次强调，严刑峻法是手段之一，强化刑责只是手段。那前端的教育宣导，还有呢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有呢中间的完善政府该负的社会安全网及通报体系，还有最后才是所谓的加重处罚。我希望呢都能够同时并进，然后透过修法把这些呢从源头导入家庭、亲子、伦理以及情绪管理等各种观念的提升，让更多的民众接触相关的课程跟宣导。我想这样子才能够治标又治本哦。所以以上则修法内容，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何新纯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主席哈啊，各位同仁哈，我想我的版本里面呢，会提出家庭教育法的修案啊，主要是考量到台湾社会的变迁非常的快速，那台湾家庭的形态跟功能啊，目前也在改变中哈，那么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那么这时候呢，更凸显家庭教育专业的推广的重要性啊。那目前我们其实全台各地县市都成立了家庭教育中心的推广家庭教育哈，但是目前面临到的三大问题，包括人力缺乏哈，专业不足，那么推展管到不符合时代的需求哈，有遇到这样的困境哈，所以我想让整个家庭教育推展的工作聊备一格啊，那么无法有效的将家庭教育传递给有需要的民众哈，所以在我的版本里面，我特别提到了四个修法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希望规范家庭教育中心聘用的人员应该取得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资格啊，那比例应该提升。第二个，家庭教育中心禁用的人员及协助推展的志工，每年应该接受一定时数的相关进修的课程跟训练啊。那第三，我们同时也希望能够增加哈家庭教育推广的管道哈，要能够符合社会的潮流。那么结合各项新的传播媒体的这个载具，那么包括大专院校也应该将家庭教育相关的课程列为选必修的课程或通识课程啊。那么第四个，用奖励的方式，让各机关在推动家庭教育的时候呢，能够被鼓励哦。以上四个一个修法的一个增加哈，那希望能够让家庭教育的推展能够更符合专业更普及，那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以上，谢谢。谢谢张廖万坚委员。接下来我们要请提案委员钟嘉宾，钟嘉宾委员不在现场，那我们请陈廷飞，陈廷飞委员不在现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林静怡委员来说明。
好，谢谢赵委。我们这个教文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感谢这个顾委员会排案《家庭教育法》修法。那《家庭教育法》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本席的修法的这个精神，主要来自于这几年我们的儿虐案件层出不穷。那么在第一线的社工以及包含刑后的这个个案，遇到的困难，包含这个在家庭教育这个部分啊，也就是说，很多包含加害者或者是同加害者的周边的其他的亲人，事实上并不清楚如何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教育，而且其实在跟亲子互动的过程中有很大的障碍哈。那我们虽然在台湾，我们对于儿虐案件不断的希望能够用严刑峻法来做防治，但是本席认为最重要的精神还是要回到一个家庭的健全，以及一个家庭如何是一个尊重彼此，而且有良善沟通的一个状况，而且对于这个在养育这个我们家养育家里孩子的过程中有困难的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当然不只是说所谓的一夫一妻家庭，或者说不论是单亲或者是双亲，他都应该要有一个 backup， 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团体能够来协助他，当他遇到教养上的困难或者是教育上的困难，甚至发现他的亲职跟原先的预期不同而需要寻求协助的时候，应该要有后方的支持团体哈。所以我们这边有两个修正条文，一个在第六条，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要组成的家庭教育咨询委员会，那本席我们这边希望能够要求这个委员会的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希望能够在这个相关的咨询委员会里面达到性别平衡。另外呢，我们增列第十五条之一就是说，假设我们相关的包含医师人员、社会工作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教保服务人员、警察、司法人员、移民业务人员、户政人员、村里干事及其他执行家庭教育业务相关人员，如果说他在执行业务的时候有怀疑知悉家庭成员间有疑似身心虐待或不当管教的情势，可以通知推展家庭教育的机构。过去在社区的这个家庭教育中心或家庭教育的机构，其实很多时候的功能可能就是开讲座，但是并没有能够及时的提供支持跟援助。那尤其是在临床医疗或者是在社工这边，第一线发现有些孩童或个案，他的状况可能是需要他还没有到被虐待，但是在所谓的管教上面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认知上的差距，那如何能够提供他们及时的支持跟协助，以及给予专业上的这个帮忙哈。所以我们本席这边在条文里面增列第十五条之一。那这个家庭教育法的修法，其实是在非常重要的前提，也影响了我们未来对于我们的孩子以及在儿童教养教育上面重要的精神。那感谢委员会提供修法，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谢谢林静怡委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李立芬委员进行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为了要防止儿虐，我们行政院推出了社会安全网。那社会安全网这个部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初级的一个预防。那初级预防，大家往往提到的就是整个家庭教育。那家庭教育其实就是我们教育部目前在主管的家庭教育法。可是过去家庭教育的整个推动，以及各县市的家庭教育中心，其实它的功能其实是非常的不彰的，甚至我们看到里面大概是流于相关活动的一个举办而已，没有真正发挥整个家庭教育法里面要做的相关的一个教育跟协助。所以呢，这次我的家庭教育法的修正草案就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在教育家庭教育之外应该加上相关的一个协助，就是所谓的一个辅导。所以我的修法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把法条跟所谓的家庭教育中心，我就是直接更名为家庭教育与辅导法以及家庭教育辅导中心，就是希望能够来强化我们家庭教育这个部分，不是只是办活动，而是真的能够有协助的一个服务，这样的一个服务可以出现，让我们的家庭在没有落入高风险或是儿虐之前，我再强调
料是没有落入高风险家庭或是儿虐之前，就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资源的一个协助。那第二个就是要提供这样的协助，绝对不能够只靠现在只是教育人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专业的辅导人员能够进来。那为什么需要专业辅导人员进来？他是可以在第一步的时候就可以针对这些一般的家庭没有落入到高风险的家庭的家长，能够去评估他的需求，帮他结合更多的一个资源，然后来提供他协助。那也可以强化横向的联系机制。那第三个就是，我也知道说各县市要让各县市去筹措这些经费，以及这些工作人员的相关的一个协助，这个部分要靠各县市政府来提供的话，确实有它的一个困难。所以呢，我也是主张，尤其是在那个专业辅导人力这个部分，我会希望是由我们教育部能够来考量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个补助。那当然呢，如果是我们要强化专业辅导的能力的话，那当然我也会希望这次修法也希望让专业辅导人力的人员的人力也可以达到所有工作人员的二分之一，然后让这样一个家庭教育中心能够更发挥它的一个功能。那我想说，这次修家庭教育法其实是各方的一个期待。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可能是要去真正去想这个家庭教育中心的功能与角色。那人力跟经费的部分，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应该是政府一起来想办法，看怎么样的克服。不然我会觉得说，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我们这次家庭教育法的修法的，大家外界对这样一个期待，可能就会落空了。好，以上说明，谢谢。谢谢李立芬委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学校午餐法的这个提案说明。我们先请黄国书委员来说明。好，谢谢主席。台湾的学校营养午餐，有没有问题？当然是层出不穷了。那过去啊，我们在思考营养午餐问题的时候，大概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那并没有一个专法。那我们现在营养午餐的法源是什么呢？是直辖市县政府及所属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办理学校午餐应注意事项，所以它的法源的位阶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是一个注意事项。那这个注意事项是给学校参考用的，所以我们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有城乡的问题，各县市营养午餐的品质不一，然后当然也有经济弱势等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机会可以来讨论。说我非常感谢蔡培慧委员哦，在这个会期，我们把营养午餐专法的法制化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当然，我们也希望现在已经有两个版本，我们也希望教育部尽速的提出院版，那大家一起来讨论啊。那日本、韩国其实都已经行之多年了啊。那他们都着眼于营养午餐是国家的责任啊，不应该只是解决儿童食用午餐的问题而已。我们国家当然要有责任，要来解决这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把营养午餐的制度化、法制化是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在我的版本里头，当然也希望有机会在这个会期我们有一些讨论，那当然也希望可以尽速的来通过相关的法制化。好，以上，谢谢。谢谢黄国书委员。接着请蔡培慧委员进行提案说明。谢谢主席。那我要来讲学校午餐法。那之所以要定专法，除了我们来延缓了国际的趋势五六十年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营养午餐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均衡。首先我让大家来看我们台北市大安区的营养午餐以及南投县仁爱乡的营养午餐最大的差别。我必须要讲蛋白质就有差别。如果我们来看南投县的仁爱乡的营养午餐，大
概洋葱炒蛋算蛋白质，但是酸菜面墙面肠勉勉算。可是如果是在大安区，它这是两个团膳业者提供的，有一个学校是橙汁排骨炸物双拼，另外一个学校是寿喜烧肉美式炸鸡柳。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什么我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光是营养午餐就有如此大的城乡差距呢？当然，提案不是只是为了处理城乡差距。营养午餐是全台湾3500多个学校，170万个学生面对的学校午餐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来面对几个层面，一个是刚刚我凸显的城乡的资源不均，另外一个是在这里头谁为食安来把关，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午餐的料理人员、我们的专业管理的资源远远不足。所以我觉得如何来让这个机制建立，这正是我们跟黄国书委员以及其他非常多的委员来希望推动的目标。我认为提案的方向有几个，第一个是学校午餐应该让它制度化，不要让学校第一线的老师跟校长来承担所有的采购责任，我们应该协助他们分级定价，然后把资源不足的地方由中央来补足，然后提供学校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签约的制度。另外最重要的是来为学生的午餐把关，这个食安把关的第一线是营养师，然后在营养师他可以针对学生不同年龄层的需求、不同年龄层的这个资源分配来定出最好的这个午餐的形态，然后来进行后续的采购。那当然过去我们的营养师是学校要40班才有一个，那光是40班才有一个我们就源源不足，更何况多数的学校是没有营养师的。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料理人员、午餐的秘书的职务的分配也需要管理。另外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是4散，那是不是有联合厨房，或者是学校能够有合理的供餐，然后如果是在偏乡农村原住民地区的学校，也可以跟当地的农民来建立地产地销。这些制度化的完善之后，最重要的是数据的管理，如何能够了解学生的需求，定出最好的提供最好的内容，然后来减少厨余，完善我们的午餐的设备，这正是成立专法的目标。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广泛的讨论，可以早日达到让孩子们的午餐成为美好的回忆。谢谢。田惠委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提案说明完成之后，就要来请教育部进行综合报告。那潘部长的报告时间是12分钟，有请潘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今日应邀贵委员会就家庭教育法、学校午餐促进条例及学校午餐法修法进行专题报告，甚感荣幸。那谨则要来说明，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跟支持。那首先就家庭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现况问题部分，家庭教育法自92年通过后，目前22县市均已设置家庭教育中心，以普及与提升国人家庭教育职能为要，预防家庭问题的发生。然而家庭教育工作推展尚需解决整合公司部门资源，增加家庭教育中心人力，提升家庭教育专业成长，应用多元管道策略来强化推动，因此提出本次的修法。相关作为部分，本部自107年起补助县市禁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经费，促请各地方政府能够逐年来充实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力的同时，也应该发挥资源协调联系的角色，强化与社区学校的联系跟合作，落实发挥家庭教育预防的功能。那么针对家庭教育服务需求的目标对象，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咨询的专线，
家庭展能教育支持的计划、到府到校的个别亲子教育专案，以及委托办理主动服务的串联社区、深入村里邻家庭教育服务示范计划等等的资源，也规划家庭教育亲子、家庭亲子教育陪伴志工运作的模式，打包相关资源送到学校、社区或家户。未来也将强化政策引导，各地方政府能够合理的规划广宣活动与个案辅导的办理比例。第三，行政院版家庭教育法部分修正条文草案，主要是考量到社会时空变迁与家庭教育结构改变，为强化结合相关部会局处、学校及民间团体资源、家庭教育中心组织任务以专业及提供民众相关家庭教育职能，原拟具家庭教育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总共七条，以及能够落实推动家庭教育。第四步是针对我们各委员所提草案的回应说明。首先，针对柯志恩委员等20位委员拟具家庭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所拟第七条增列民政机关，第11条结合网际网络、行动通讯载具、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书等媒介，第14条提供组成家庭的国民家庭教育相关课程，及第18条各级主管机关来奠定奖助办法及自治法规等，以本部推动立场大致一致，建请并同行政院版草案来审查。另外是何新成委员等21位委员拟具家庭教育法部分修正条文草案，委员所提第1条新增社会变迁与多元尊重等文字，第12条增列空中大学以其他大专校院，以本部推动立场一致，尽表赞同，以及第2条新增情绪教育，以家庭和社会关系等家庭教育范围，以现行条文所设范围及意旨相同，也建请能够并同行政院版草案来一并的审查。委员张耀万坚委员等17位委员所凝聚的家庭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提案第5条修正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长理事项，第6条建议明定家庭教育咨询委员会专家团体代表达1/2以性别比例等规定，第7条新增结合民政等机关以辅导家庭教育中心人员取得家庭教育专业资格，第10条新增家庭教育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及志愿工作人员相关进修与训练时数规定，第11条新增结合各项传播及通信媒体建议，第12条增列大专校院及第18条各级主管机关奠定奖助办法等节，以本部推动立场大致一致，也考量家庭教育中心至专任主任部分给予尊重地方自治，并建请并同行政院版草案来审查。委员钟嘉宾委员等21位委员所拟具的家庭教育法第2条、第7条、第11条的修正草案，委员所拟第7条新增结合民政等机关及第11条结合大众传播媒体与资讯科技的建议，与本部推动立场一致，尽表赞同。另第2条新增人口教育的家庭教育范围，以现行条文所设范围及实务推动相符，也建请能够并同行政院版来做审查。陈廷威委员等20位委员拟具家庭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所提第1条新增社会变迁等文字，第11条新增结合电子平面及各项传播媒体、网际网络、行动通讯载具等建议，第14条培养正确的文化与婚姻观念及第18条各级主管机关能够奠定奖助办法等，以本部推动立场大致一致，建请并同行政院版草案一并的审查。委员林静怡委员等18位委员所拟具的家庭教育法第6条及第15条之一修正草案，委员所拟第6条兼顾各性别代表意见表达权利，增列家庭教育咨询委员会性别比例规定，可知赞同。另新增第15条之一家庭身心虐待或不当管教情势通知与提供家庭咨商或辅导规定，以本部推动立场一致，考量现行法规所定通报单一窗口案件分级分流及整合服务原则，建请并案来做审议。委员李立芬委员等第二十位委员所提的家庭教育法修正草案，委员所拟整合家庭三级辅导服务的家庭教育与辅导法，主要是修正家庭教育服务范围与服务的方式，甚具宏观。
也考量到家庭教育是以事先预防的教育作为及家人关系以家庭功能促进为目标，仍以发生儿童保护家庭暴力事件等事后矫治来做分工。针对委员所做提案，本部与各地教育家庭教育中心将积极发挥协防平台的角色功能，以相关部会来共同努力强化家庭教育功能，以落实提供民众所需的家庭教育支持及服务。那第二部分是针对学校午餐促进条例草案及学校午餐学校营养午餐法草案来做说明。在现况部分，本部于1991年制定学校卫生法，并奠定直辖市、县市政府及所属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办理学校午餐应行注意事项，使地方政府辅导所属国中小办理学校午餐业务有所依循。107学年度，全国国中小已达100%的共餐，那么既有3451所国中小来供应午餐，提供162万1000余名国中小学生的午餐。为学校午餐推动过程仍有收费及食材费用城乡差距，偏乡山地离岛学校食材取得困难及办理学校午餐人力负荷等相关问题。在相关作为的部分，为营造友善健康的学生学习环境，本部鼓励并协助学校以自设厨房方式来供应午餐，采集中或是午餐厨房联合共餐逐年来提高学校自设厨房共餐供应午餐的比例。主要办理重点包括强化学校厨房设施设备的改善，充实午餐人力，补助经济弱势学童的午餐，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落实健康饮食教育课程及推行食农教育等工作。那么本部领具学校午餐专法的内涵，对于订定学校午餐专法，本部尽表支持与肯定，现正加速立法的进度。目前已领具学校午餐专法草案相关的条文，也正与各县市政府及专家学者持续来会商广征意见，领具共识中。草案条文暂分为立法目的、主管机关实施对象、共餐方式、经费来源、人力需求、家长参与、设施规定、采购规范、营养基准、卫生管理、食安管理、饮食教育及其他财务管理、辅导考核准用规定等面向，同时并纳入委员的提案的版本的意见，以回应多位委员的诉求，并解决目前午餐所面临的问题。说明如下：一、目前学校午餐共餐的形态及规模多元而复杂，对于收费基准、人力问题、行政负担、偏向照顾、设施设备、食材的采购跟运输、饮食文化及教育配套法案修正等问题，本部将透过专法来严厉改善。第二，有关午餐提供吃在地、食当季的理念，本部深表认同，并融入多元文化概念，让饮食教育从生活中学习，而不只是用餐。目前专法草案研拟已将午餐调整午餐费用调整的机制来加以规范。在午餐行政费用项目，政府如何来提供各校的协助，并透过立法建立机制，而因应山地偏远及离岛地区学生午餐能就近供应食材，将会同我们农业主管的机关协助在地食材供应事项来纳入专法的规范，并透过学校午餐采购契约参考范本来供学校作为采购的依循。第三，现行各地方政府营养师的人力虽已能统筹应用，协助支援无设置营养师的其他学校，为这个负荷仍然非常的重哦。那么将来要透过专法的设计，朝各行政区均能设置营养师的方向来研议做人力的配置。这部分我们委员的提案里面也有提出相关规模是应该怎么样的配置。我想这个可以在午餐法的专案审查的时候我想也可以大家来集思广益希望能够有效的来提供专业的营养师来帮助学童做最好的把关。第四，有关推行饮食教育，本部将研发以12年国教新课纲推动的核心素养相融的教材教案。现行卫福部已研拟国民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草案，以及农委会也研拟了食农教育法草案，
此两项法案草案均已进行审议中，届时并同学校午餐专法，未来学校食育教育的推行将更臻完善。第四，本部对各位委员所提草案的回应说明：一，蔡培慧委员等22位委员所拟具的学校午餐促进条例草案，委员所拟的第六条第一项第七款餐饮卫生抽查及第十条营养师员额建议可结合卫生单位职责，本部将持续广征地方政府的意见。第四条至专职人员及第九条午餐秘书得由教师兼任，在实务上两者如何的区分，且专职人员涉及学校员额编制问题，本部将持续与权责机关来进行讨论。第十五条补助学校设置厨房包含厨艺教室，本部尽表同意，将适时给协助，并持续请学校鼓励学生与学校餐饮准备过程。第十六条山地偏远及离岛的补助经费，本部尽表同意，将适时予以协助。委员黄国书、李孙宁、郑宝清等24位委员拟具学校午餐法草案，委员所拟的第八条至午餐秘书专职人员涉及学校员额编制，将持续与相关权责单位来讨论。第十六条山地偏远及离岛补助的经费，本部尽表同意，也将适时来给予协助。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持续给本部支持与指教。那详细的内容也请委员来详参书面的报告。谢谢各位委员。好，谢谢潘部长。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综合询答。那每位出席委员的质询时间是8分钟，那列席委员质询时间是6分钟，发言截止登记时间是10点半。那如果有临时提案，请在质询11点半之前提出，我们预计11点半会处理临时提案。那么现在要请登记第一位的许志杰委员质询。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部长。有请潘部长。委员好。部长，这个家庭教育法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你教育部的立场，最希望是做什么事？能够来广泛的、深入的去推动家庭教育，我们能够希望包含亲子子侄等等的各方面的这一些能够事先的在相关的家庭能够有更好的这些专业的职能来促进更美满友善的家庭。那你那个专业能力要到达，要再上升比例，要上升这个部分，大致上你的规划时程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哈，那么在家庭教育法修法之前，也有鉴于这个所谓的人力是指针对各县市所成立的家庭教育中心了哈的部分，确实从过去我自己服务的经验这些人力是相当有限，所以之前已经有专案的经费来补助各县市来增补。那这次在家庭教育法里面涉及到家庭教育中心，我们希望这些聘任的人员能够有1/2以上是具备家庭教育专业的这些职能哈，我想这个才有助于家庭教育的推广。对了，所以就是说你们现在的比例都还太低嘛。专业人员的比例专业人员的比例都还太低嘛。好，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跟委员报告这次修法的重点里面家庭来对于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的人员组成，还有相关的这些任务就是说希望他去达成怎样的一个功能那教育部因为过去除了人力的协助之外，也有很多是计划上的协助。那这一次我比较特别希望能够在经费的这些计划里面除了再增加之外，也希望去引导除了过去他们常做的这些宣导，应该要去做更多属于对有需要家庭的个案，不管来自高风险家庭学校所提报的这些，或来自社福，能够达到更深入的这种陪伴协助去预防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这些社会上大家觉得非常不忍心的儿童受虐的这种情况。所以部长其实讲这么多我想要跟你讲的是讲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去加强它的功能，是第二个就是像上一次我跟部长提过那个办单亲联未婚联谊的那个
不恰当的部分，可能教育部要去做检讨，各县市的家庭教育中心要做检讨，啊，那再来就是你这个专业人员的补足，我问部长说，大概你的时程是不是可以规划一下，给我一个时程，啊，那最后一个其实想跟部长提醒的就是说哈，其实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是脱离不了关系啦。好，所以上一次我跟部长提到，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社会教育哈，好这个部分，事实上你以教育部全国哈教育的龙头老大这个方向，应该是多去宣导这一部分的东西，啊是。那更何况其实身教重于言教啦哈，很多人那个说到一本机做不一堂事啦，啊，尤其是我们教育专业，其实除了专业的常识知识之外，我一直觉得身教重于言教这种观念好像在现在的社会上已经很少人在讲了，自己做好靠好多教育啦，是一天到晚坐在那看电视，叫他去读书受鬼，他要读，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当然宣导是很困难的事，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不能忘记，啊，也就是说部长在全国的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包括现在我上次有跟部长提过，这个批评指责好像充斥着台湾的社会，啊，其实世界可能也是这样子了，网络的谩骂哈，啊，尖酸刻薄，这个都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现象所必须要有的，啊，啊，当然家囡仔一干干伫网络骂来骂去，生来生去，吵来吵去，这个养成了性格，你就发现他就会不一样嘛。啊，那接着就是说，他变成小爸爸、小妈妈的时候，他正好是虐待他的儿子、女儿嘛。所以这个恶劣会这么严重，就是整个家庭教育、整个社会教育的扭曲，才会影响这么大的。我们看到这么多无辜的小孩受害，好，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力挽狂澜哈？其实包括你们跟 NCC 这个假新闻啊，有时候这个散播，这个都是整个社会怎么会充满谎言、充满扭曲、充满这一种不恰当的言论。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到最后，整个国家教育的龙头老大，当然要怎么样来去调整，啊，那包括这个整个部分，希望说部长可以往这一部分去思考一下。谢谢委员，哦，我想语重心长的提，那这一次家庭教育法也确实是希望把过去大家觉得虽然有家庭教育法，虽然有家庭教育中心，哦，但是可以发挥更好的这样的效益，哦，来努力。刚才委员提到这个草案是希望在草案如果通过后，能够在五年内来把这个家庭教育中心的人力啊，能够超过二分之一专用，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聘任，可能需要有一个专业发展的过程或新聘的机会哈，哦。那这一部分如果能够加速，因为现在也有九个县市，事实上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哦，我想这个我们来努力。Okay, 这个进程再让部长努力了哈。好，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感慨的，就是像现在的伦理道德教育哈，可能很多人都没重视，但是真的很重要。是，上次委员提问，我也说现在教育部其实也持续在对这部分，啊，也有一些活动，哦，但这个活动也比较是希望是象征，像会去规划祖父母节啊，其实这个是意义深长的，而且也推动了几年，哦，主要是要让这个更这些子孙辈知道从这个时候要去理解去了解到长辈的这个过程，虽然是一个活动，但是呢其实我相信现在各个地方的响应，啊，也相当的热烈，我们也比较希望社会应该来推广这样的一个在整个伦理在孝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好，所以希望说部长真的是这个部分整个国家的伦理道德教育怎么样去思考，是是，部长可以花一点心，啊，教育部都花一点心，啊，是是，谢谢委员，这是做语重心长，啊，也很难处理的事，我也知道啦，好，但是不处理，啊，放着你就会看得很多人越来越伤心那个感觉。好，这个部分请部长可以再重新思考，我们找个时间再来聊。好，教育委会全力 来努力，哦，是。那另外我请教一下部长，这个准公托哈，
公共化、准公共化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现在是分三个集聚嘛。那上一次我有跟部长提过嘛哈，那现在教育部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跟委员报告哈，从去年十五个县市第一波来推动的这个因应少子化的对策啦，那在有关合作的这些研所里面呢，有定了一个人数跟收费的上限的这个规范嘛。那这个实施后，也有一些研所来反映相关的意见。那教育部现在也包含召开了一些咨询的会议，那这部分会在集宽跟费用上面呢来做一个斟酌哈，能够让这个未来的推行更加的顺畅，也能够希望有意愿参与的这些研所有参与的机会。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我就不多说哈。不过就是说再跟部长建议了哈，就这个集聚啊，思考的成本啊，那教育部思考的跟民间，我上次有跟部长提过啊，比如说像土地成本这个，我们可能当时没有考虑进去，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本跟压力，所以你集聚要怎么分？有时候我们很有理想，说我要分得很精准，让大家很公平。事实上，你的思考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精准，而造成一些不公平啊。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你在分这个集聚的时候啊。我个人是这样子想啦，其实民间也有这样子建议，就是你统一，其实一个就可以了。啊，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啊，这个集聚一个，你分大班跟小班，好像成本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就说你换算的角度是什么，啊，那你如果说真的还是一定要分集聚的话，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两个。比如说现在8000、9000、10000三个集聚，你把它变成9000、10000，好，我是做这样子的，譬如啦，好，那你去算一算，就是说你今天全部变成10000，好，到底要花多少经费？那你变成9000、10000要花多少经费？事实上，你只要这个部分，你把8000的往上拉，因为它那个是大嘛。我们本来算的是人数多，所以成本低嘛。当时我们可能思考是这样嘛。那我就说，你再思考一下，那土地成本其实现在是最贵的嘛。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如果变成9000、10000，至少你把8000的提到9000。好，那也许这样子能够参与的准公共化的幼稚园就可以增加。那其实受惠的还是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增加。好，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清算，请教育部再算一下。我想要跟委员回应哈，现在确实也在征询各界的一些意见哈，来作为今年8月涵盖六都全面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那我想教育部会以更支持跟协助来参与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希望也能再兼顾品质啦，因为最后还是要有品质哈，以及政府在整个财政上可以来支应的方式来调整这个方案哈。谢谢。好，希望说仔细思考了哈，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许志军委员跟潘部长，不好意思，我们咨询时间8分钟，拍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何新纯委员，对不起，是我讲错，柯志恩委员咨询。我跟他长得不一样，我看到其他的，拍摄。不会。来，谢谢，我们请潘部长。委员长，部长长，我刚刚听到你对那个许志杰委员所提到的家庭教育法的一些你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那像你认为各地方的家庭教育中心对于他们的推广成效，你满意吗？跟委员报告，我觉得同仁虽然努力，但是呢，距离我觉得可以发挥的功能还有一段。我们钱要花在刀口上。我们上一次有特别提到有关受虐儿，那我们也揭示了一个这个比率就是最需要保护的0到6岁，他可以说在受虐儿当中其实占了30%多嘛，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数字。是。但是我们在仔细分析这个施虐者的身份当中呢，很遗憾，我们发现父母不管是养父母，他占的比例高达76%，甚至到79%。然后再仔细分析进去呢，他其实原因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亲职教育知识的缺乏，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缘故，对不对，部长？这没有问题嘛？是。对，但是亲职教育缺乏，你的钱，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只是父母哦。问题是这里面根据我们的统计当中，你看看这个重大虐儿事件当中呢，其实有很大的比例是来自于同居人。
我刚刚讲的是人神共愤的这样的一个儿虐的事件，是同居人。请问同居人怎么给他施食亲职教育？这就是一个黑数，没有办法嘛，部长，对不对？而这样的比率，其实我认为卫福部说4%，这是太低估了。台大社会系的教授所提到的12.4%，这也有一点低估。但是我只是强调，亲职教育没有办法达到目前为止最需要协助，就是所谓同居人的教育，那是做不到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很无奈，我们再看下去。然后我们给的经费呢，部长，我们今天花这么多时间，就你发现家庭教育经费在你们整个经费的0.1%，很低。而且0.1%当中呢，你几乎有60%-70%是给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给的经费，我把你算出来。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谈家庭教育，结果呢，每个人分到的经费9块钱。我都以为说可以买个茶叶蛋，就发现现在 7 的茶叶蛋已经到10块钱了，所以一颗茶叶蛋都买不起。所以我们就花这么多时间来看，那政府真的是重视家庭教育吗？部长，是，谢谢委员指教哈。我因为也在地方服务的经验，我发现，在整个推动的架构跟方向上，我觉得一定要先把它调整了哈，因为之前在台中服务，让我知道原来我们家庭教育中心很多的时间并不是很聚焦的在对应，而且你们台中还是都会地区啊，像新北市有些中心还会直接还会补助啊。所以我也跟报告，这次家庭教育法哦，在我之前上任其实已经启动，我希望能够在结构上有所改变。那当时对，当时也针对地方教育中人力不足啊，事实上还没修法，已经先给协助。那我也跟委员报告，我想这次家庭教育法修法后，在整个政府啊，我觉得那个经费的配置上应该要真正在给更对焦的协助。部长，不是这经费配置，经费要配置，但是有更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包括刚刚已经有人提问的，有关于你的专业人员，其实监察院已经提出了一些纠正，有关于他们的专业的人力上面其实是不足，然后呢，也让很多的志工，还有很包括很多的社工都非常的挫败。然后呢，你再仔细去看看下面，他们里面包括你们有提供的一些所谓因地制宜。我现在全面举个例子，就像你们的服务专线好了，我们看看服务专线。你的服务专线，部长，你没有服务专线呢，可是你会发现你服务专线都是在白天服务，然后有10个县市，只有10个县市是夜间。所以部长，你知道人性最脆弱的时候，一天当中是什么时间吗？人性最脆弱。夜深人静，那每个夜深人静不一样嘛，你搞不好10点钟，有些人是12点啊。但无论如何，就是太阳下山以后，结果太阳一下山，你们的专线就停止了。所以真的最需要服务的人，反而都是大牌大太阳。说实在的，也不太需要如何，不管是他们假日或者是夜间，这才是最需要。就反而你的配比上面都是放在白天，这就是我说的嘛。你的钱到底有没有放在刀口上面？你如果真的要去做，居然人力已经不足了，同居人你没办法 reach 到，然后呢，城乡有差距，连一个最基本的教育家庭资讯专线你都摆在白天，那你叫这些人怎么得到协助？你仿佛就是把这些钱撒出去了，事情我做到了，几个讲座做到了，然后到底对家庭教育做什么样的影响？更何况一个人只分到一个卤蛋都不到的钱。嗯，委员其实非常深入的看到这个问题哈。那我说我为什么在这一段在教育部服务的时间，我会非常着力，也因为看到在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以及呢，家庭教育如果要去落实它，除了宣传，这个当然是可以长长久久，而且更重要的，没有问题的家庭才会来接受你的宣传，所以有问题的都不会报。我一直比较希望去调整哈，家庭教育中心的在部分呢、一定要可以更对接到有需要服务的对象。这个来自于学校，其实也会提供很多高风险家庭。是啦，还有部长，最重要是你包括要跨部会的，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你一个家庭教育这样的一个经费这么少的一个九块钱就有办法解决，是跨部会，这整个台湾社会结构的问题。但起码你所看到的点，我刚刚所提到的咨询的电话这些东西，你大概可以做到的话，就尽量，还有专业人力的补足，尽量可以做到就是做到。因为今天时间非常有限，这个部分呢，我要补充一下，那个现在专线哦，它周一到周五是到晚上9点，但是这个都还可以再做一个更有效的调整啊，因为只有10个县市才有，期待哈，22个县市只有10个县市才有这样的服务，其他都没有这样的服务，好不好？而且还有部分的中心还要负担临近的一个咨询，我觉得这个城乡差距太大。好，部长，我现在问你，也问到一个另外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永达，就是我们屏东的永达，2014年本来是要遭到停办，
你本来是2017年应该清算的回归这个公有，但是呢你却在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法规当中呢，你可以让它延长它的年限，结果呢这个永达它目前为止没有营运，停办四年竟然还可以损失3亿5000多万，这钱到底怎么花？好了，你看看董事会变卖校地，拖欠教职员工保给付，损失的5000多，就你教育部给他延长，甚至你还修法往下，106年你还修法，你给他一个可以的相当的缓冲期间。本来是我知道你的利益是良善，但是你这个缓冲期间让董事会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反而老师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你3亿多还不断的在亏，到底教育部在做什么？面对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是，我跟委员报告哈，那确实这个修法就是要把过去教育部的这个改设办法当中只有提出没有完成的这个期限啊，画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那对于永达的这个学校，教育部因为就如刚才委员所提到的，他相关的比如处置的学校的这些资产，还有这个融资后并没有去完成程序，所以教育部现在是依违反私立学校法以及教育部监督学校财团法，我们要直接就进行申请解散董事会。你董事会你不是解散法人，是董事会。董事会你解散完之后呢，你再进入下面一大段的程序当中呢，搞不了要旷日费时。所以呢，你在这个段过程当中，你是解散董事会，你不是解散学校法人。所以呢，往后还有一大段的一个程序当中，这段程序当中到底是有没有会为这些所谓的该退场的学校来开一个后门？你如何监督这样的学校？在这个空窗期当中，你如何让他干净退场？我觉得不是只有永达。它只是一个例子，往后还有非常多的一个私校里面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这个说法，我刚刚说我同意你利益良善，但是执行层面上你却发生了这么大一个真正的一个空白，老师问题没有解决，你反而损失了3亿多。所以说你是不是在这个法的层次上面，你是否应该有一些的规范？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因为私校退场条例也正在我们大院这边做审查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因为永达就是违反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他要处分校产是必须经过主管机关来同意。这个例子是早在我们还没有条例送审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所以后续有几所学校，教育部所采取的是让董事会绝对不能去动到任何除非经过主管机关同意。所以当时比如像在亚太这部分，是教育部直接就行文给苗栗县政府，如果没有教育部的同意函，绝对不能去做处分。我想这主要是让董事会无机可乘。是，但是我还是要强调，部长，以刚刚永达的例子，106年你修改的法规当中的确发生了漏洞，因为你让这个董事会还是有变卖他的这个所谓的校地，达到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你的缓冲时间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老师的薪资跟他们的劳健保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部分以这个为例，你必须要好好的做一个思考，好不好？否则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我想这部分也经过这几个教育部除了在一些法规上以外，好，那另外我想在一些行政直接条例还没通过前可以处置的，我们一定做。那对于退场过程当中老师跟学生的权益，我想这部分教育部一定会特别的注意。好，谢谢委员。柯委员，谢谢部长。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请张廖万间委员质询。那么我们循惯例10:30会休息10分钟，所以在钟嘉宾委员质询之后会休息10分钟。现在请张廖万间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潘部长。委员部长好，因为时间关系，我那个家庭教育法我们就要修法再好探讨了。是，我想有这次大翻修嘛，那刚才在提案说明我也提过了大概几个重点，感谢了哈，你们大概参采了不少的那个重点哦。那我想我们来探讨营养午餐，我们两位委员提出的那个版本，我想立这个法其实已经有点慢哦。就营养午餐现在按照你们的报告，其实国中以下几乎都全部供餐了，但它发生了不少问题。不要说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有时候会有一些午餐的弊案，或者有一些食物中毒的现象，像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层出不穷。事实上这个营养午餐的这种专法早就应该立了，我还跟培慧讲说，奇怪，我看那个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日本的那个学校
给食法是吧？好像在60几年前、啊、他们就二战之后啊就定了啊，甚至对于食材的供应啊，然后呢啊很多这个人力的运用啊，都有一个非常进步的做法。所以现在这个法要设了，可是我们如果检讨现在的营养午餐供应的问题，我大概提出几点，我相信部长也非常清楚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营养师的问题啊，营养师的人力真的足够吗？我看你们的报告写说啊，应该编制是406啊，但已经拼到430了啊。但是我的资料里面，40班以上，我们的23学校卫生法的23之1条，40班以上的学校数是538，那为什么我们编制只有406？因为有些学校没有营养午餐设备，大概是这样。但这些学生要不要吃营养午餐，会不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我想等一下副总一起回答我。那我们编了430，到底足不足够？好，看下一页。好，如果按照我们国中小的校数，我这个是高中，国中小的校数，是修正过来，3451。那我们的学生数有162万1000多，我们的营养师的人数是430。好，那我们在公听会两个礼拜前的公听会，大家讲说到底要多少，要用班级数来配置是对的方向，还是用人数才是对的？好，假如我们这样算起来，部长，大概一个营养师430人的话，服务的这个学生管的学生的营养是3600-700人啊。服一个营养师3600-700人，我知道有的学校他是自己办的，然后他还要供应其他的学校，这样平均起来大概3000多，那这样合理吗？那如果我们一直用40班以下，以上设一位，那40班以下的学生呢？我们当然有很多学校是合并，但是我要告诉部长，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页。好，午餐秘书的问题，部长知道午餐秘书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啊。其实午餐秘书他是无几职兼任，那我们现在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你们是说，减寿食宿啦、奖励啦，将来升迁的时候会给他加分，都是那种精神上的号召啊。我告诉你，现在还有营养师兼任午餐秘书的，部长你知道吗？那营养师兼任午餐秘书，他的奖励是什么？市长可不可以告诉我？午餐秘书，我们现在是减课哈，减2到4节。是，这是一般的主任老师嘛哈，或者兼行政职。大家可能就是没有，你知道吗？有些营养师的部分哈，大家一般是在职责上，营养是卫生法那边也有写4个任务。我现在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午餐秘书啊，真的被超爆了。你看看我讲这十点，我们现在对营养午餐每次出事之后，哇，那个菜单要上传，然后中午几点以前就要用，然后要拍照，你看哦。还要废弃物处理等等，都要管理。那你减那些食宿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即使我们有这些奖励，但所有学校各县市的学校，你像台南市年年换，轮流做，反正这个一定要做，我们就轮流做。可轮流做有一个问题啊，我才刚熟悉怎么样去管理饮食卫生的习惯训练，午餐卫生的营养知识要怎么宣导，我才刚熟悉厨工要怎么管理，结果他又换了一个。所以这个东西的风险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营养午餐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另外，厨工，我们的厨工啊，还要有中餐烹调丙级技术证。但我们现在多数的学校，因为它寒暑假没有资薪，没有办法用月薪来资，都是用时薪啊，都是打工性质的。过去一小时最高133，现在150。可是你们算一算。如果他扣掉劳健保，他其实是低于最低工资，这怎么解决？好，再看下一页。好，这是每一个县市，不管是学校有厨房自办午餐的，公办民营的，或者是外订餐盒的，你看看哦，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主副食占午餐经费比例，那我们去调查结果，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去年监察院他们去调查，有一个调查报告，他们对学校营养午餐，我们花了很多钱补助弱势，补助改善营养的设备，这个午餐的设备，那么做了很多努力，但我们最基本的食材的供应，就是蔡培慧赵伟他最重视的哦，食农教育食材的供应，就是我们对做的比例的这个规范哦，都要有的要到70%，但可能吗？在两个礼拜前的公听会，看下一页，来。这是两个礼拜前我们的业者台北市餐盒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他说的，我们用团膳的公办民营或团膳的厂商跟公办公营的，你看比较起来，我们公办公营的或许可以食材费可以到70%以上，那但是我们一般的民间，你看看他的人事管销各方面，他其实这我加一加就41%了，食材不到60%，那利润怎么来呢？他还要赚钱呢，
利润怎么来呢？一定是在食材上动手脚，哦，那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真的要睁眼看这种假数据吗？好，下一页。好，那怎么解决？我讲的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营养师的人力的服务的这个问题，哦，然后午餐秘书这个非常的操劳，哦，那他刚专业的又流动了，这流动率非常高，兼任没有加急，哦，我们看到了这个厨工的薪资过低，流动率也非常高。我上个礼拜才去我们辖区的我选区里面的一个小学，看他们要更新午餐设备，里面出现的都是午餐妈妈，都即将要退休了。他们其实是抱着服务的心态，我感觉得出来。可是呢，我们可能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留这些厨工吗？我们怎么解决？那我们刚才看到我讲的那个食材的比例问题，最后要怎么解决？我为什么去提到一开始提到日本的那个学校这个工时法哦？他那个方式给食法，他为什么他就是会成立各行政区，他会有一个营养午餐的供给中心。其实我们补助了很多钱去改善设备，可是每一个学校情况真的不一样，有的有改，有的没改。我去了，大家都哀叫。可是呢，我们如果要去想说，我们的营养午餐，你要让厂商进来又不让他赚钱，可能吗？那如果他是一个盈利性质，他必然会面临到很多问题，所以会有弊案，所以会有这个营养午餐食物中毒、卫生不洁、食材的问题等等。我们做了很多什么四张一 Q， 那都非常好，但对不起，那个主管是农委会，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跟农委会有相关的，我们怎么样去协调，要成立，譬如说我们同意供应食材。好，我们学校少子化嘛，总会有一些学校有空间，他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概念去实施？那我做营养午餐的秘书，我食材有供应来源，我同意那个采购成本也比较低，也比较安全，也真的能够去检查它是符合四张一 Q。好，那厨工不足，那我可以帮你代办，那直接就送过去啊。假如说我们真正有心要定这个法。其实定了法之后，很重要的是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你定了这些法，比例提高了，钱花多了，但方向不见得正确了，哦，所以我是建议，哦，下一页没了，哦，好，刚刚好，哦，时间八分钟，哦，我想我们将来审法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谢谢委员，哦，这因为从之前公听会等等，哦，啊，当然我们召集人这边几位委员都非常关切，也收集了非常多我们在实施的现况。确实在这一次委员的专访，还有教育部现在也在整理，其实草案也出来，其实也都比较聚焦在这几个重大的项目，包括未来的资源分配。那现在也希望积极跟各地方政府，哦，因为毕竟所属都是国中小设置这些午餐，那教育部也会持续的，不管在营养师还有午餐秘书的这个工作的定位。当然，我刚才也提到，应该政府在支援更多在属于午餐当中的行政费用，嗯，那让学生家长所缴的这个费用啊，是用在食材来提升它的品质啊。那也很感谢农委会跟教育部一直有在合作，四张一 Q 的这一部分啊，这个确实可以更以提供在地食材卫生的这方面啊来做，所以我想这几个法跟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焦点，应该会有效的来把过去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啊做进一步的改善。对啊，资源要增加，但方向要对了。是，我想主要是，所以我想在午餐法审议的过程当中，我想也在请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谢谢张廖万坚委员，谢谢部长。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请苏巧慧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请部长。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我想营养午餐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很多。那其实就刚刚几位委员关心的项目看起来一样，可是呢，整个来讲，我上次已经提过了，其实营养午餐它的面向非常的广，从城市的孩子已经在讨论，我们要从餐桌上学习到餐饮的礼仪、人格的养成，一直到偏乡的孩子是不是吃饱都还是问题，所以各地都不一样，更不要说经费、人力、种
种，它其实牵涉非常复杂。那我想今天呢，我们既然已经讨论到营养午餐要立专法这样的部分，接近的无非是已经有专法的日本跟韩国，所以相较于这两个国家呢，这个专法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就都说，我们如果制定这个营养午餐法，它第一个像日本的学校给食法，它的精神就是说，我们立法目的是要帮助儿童学生身心健全发展，让儿童学生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妥适的判断力。那我想对照这样的立法精神，再看看现在国内的状况，比如说我们的统计嘛，是国小学生过胖是26%，那四个小学生就有一个过重，那甚至是健康的饮食观念，到每天你回去调查国中高中生能够真正是32果一天的，这个比率都相当低啊，可见得可以讨论的从实际状况到观念其实差距非常多。那未来这些都会在专法里面呈现吗？如果我们用一部专法，是刚刚所有的问题从经费人力到观念都会希望在这部法可以呈现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请部长简短回答。好，跟委员报告，因为学校午餐法包含像委员所提的草案版本，还有教育部这边，当然比较聚焦是在午餐的这一部分。是。那现在包含农委会他们也有提供在进行几个专法来做。那这一些，所以是必须各部会要配套，这样合起来它会更完整了，所以我想，因为我们有两个部会目前在相关跟这个学童用餐这个是有关联性，是也都跨部会的在把这些做一个能够。我想刚刚的这部分应该说，我们立法的目的一定要清楚，我们是从学生的营养安全公平这部分要完成学校的营养午餐供给哦。所以你看，其实为什么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连新闻我记得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它很有趣，说小学生小一的学生，他被出了寒假作业是送给学校的一个礼物，结果他画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厨师。为什么厨师？因为他说学校营养午餐太难吃了，所以我要送给学校的礼物就是一个厨师。可见得这个真的是每一个家长看到小孩这样的时候，会忍不住就想啊，我的孩子在学校到底吃到的是什么？所以你再看另外的新闻呢，是一月的，他是云林县的某间国小，他的营养午餐，他被爆料出来说，每一餐的菜钱是只有18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教育部也非常明确的去反映说，哇，有这样的数值，其实是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嘛？怎么会一餐营养午餐的钱是18元呢？但是以现在没有专法的状况来讲，所有的营养午餐就是回到各地方县市政府去自行订定，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央的标准。所以我想知道的是，那如果我们这部专法定下去以后，部长，这样的情形还会发生吗？这是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能够对学校午餐的经费有一个适度的集聚标准来作为未来的规范？又或者第二阶段，甚至是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机制可以去查核检核学校的执行状况？跟委员报告，确实在目前，当然委员版的这部分我想委员大概也可以看到，是那教育部目前的版本的草研拟的过程，确实也就是在反映包含这些餐费的规范，还有刚才谈到的一些设备设施的一些，对，我想这个还有人力配置，我想这些应该在专法里面来定。当然这个我想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考量到因地制宜的这一部分。我认为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我认为是要定，不但要定这个基本的价钱，而且还要有因地制宜的状况。因为我们来看这个经费的问题，其实大家最在意的就是用在食材的部分可以是多少。大家看到营养午餐的费用，其实它可以用的地方，除了食材之外，包括水电、燃料费，还有厨房器具、环境维护、人事厨工等等，都是属于这个营养午餐费用里面的。所以在这样扣除下来之后，其实用在食材的地方会非常的少。那我们除了刚刚我
建议应该要建立分级分地区的合理机制，其实也可以考虑。我另外提供部内一个建议，是我们目前的营养午餐是都补助弱势学生，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其实未来的营养午餐食材的部分是和家长向家长收取，但其他的人事费、设施设备修缮、维护等费用，其实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吃饱真的是最重要的问题，吃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孩子。那这些设备费、人力费，是不是可以考虑就直接由中央或者是地方机关下去做补贴？我诚恳地提出这样的建议，部长觉得呢？委员这个建议非常好，因为会反映出像比如有部分县市或更小型学校是为什么他们很期待一个厨工阿姨的概念哦？因为他们缴的费用里面可能都还要 share 这些人事费用，对，所以相对的这个组成越小，他要分担的这个东西就越重，越高嘛，越对。所以委员所提到的，确实是在这一次研议当中，教育部希望在我们广义的所谓的行政，就是大家公用的，就中央部门一起来出。这个、那每天吃的食材的部分是家长自己负担，这我们可以接受。现在在这个整个概念里面，我们比较希望弱势的孩子不管什么，政府应该全力的照顾。那对于家长缴费，一般家庭缴费的，应该尽量用在食材，而且应该是分区分级来。人力跟设备设施的，因为这是常置的，是应该是政府来承担哦。好，这个应该是中央跟地方非常好努力。不然我们就希望未来修法的时候，就真的是朝这个方向。因为院版还没有提出，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提出我的建议。那除了这个费用的部分，那我也想讨论是营养人力。刚刚张廖委员呢有提到了营养师及午餐秘书这样的概念，其实我们也是要讨论呢、啊，因为你看学校卫生法。是第一次有规定营养师应该如何配置，目前呢是班级数40班以上配置一名，可是呢我们来看到哦，如果是现在全国只有多少班是40班以上的，是只有538班，也就是说有会达这个40班以上的标准的，其实反而是大多数，而且是非常大多数，是2700多所。那这些学校相对来讲，它就目前不用设置营养师。我这里还没有提到营养师的工作有多繁杂，所以营养师要做这么多工作，但很多学校没有，这表示没有专职人力。那么就回到了午餐秘书，由学校老师来兼职。那目前呢，国教署刚刚也回答了，我会让他有减课、减量，或者未来续讲。这样作为鼓励，但事实上来讲，这都还不足以成为诱因，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这个营养师的配置，还有营养午餐秘书、午餐秘书这样的工作，我们到底要由哪一类人他来做，有多少的人力做多少事，这些在这次的专法里面都应该要在能够明确的规范。我希望院版提出的也有这样子状况。是，谢谢委员哈。这次在院版当中，对于营养师的人力配置，包括我们也参考，现在委员有提出两个版本，对这个部分也有点琢磨哈。那我想朝向一个目标，未来一定会再增至营养师的这些人力，但是它是以班级规模的方式继续，还是从区域来看？因为我们确实也有非常多的小型的学校，有很多的行政区啊，一个行政区几乎没有一个营养师哈。我想这些问题教育部会把它整理出来。我已经说了，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全台湾各地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方式。是，这我们可以留到专法的时候再讨论。是，最后跟主席借一分钟啊，我听到这里，我想跟部内建议，其实这应该不用入法，但是可以政策宣导，就是鼓励所有的学校开放有一天家长日，让家长去学校陪孩子吃午餐，看看学校的营养午餐到底是什么模样。这其实正面来讲，可以增加对学校的信心，不用每天都听小孩抱怨，因为小孩可能是挑食，这也有可能。我两个小孩每天吃一样的菜，一个回来说很好吃，一个回来说太难吃了，我全部都不要啊，到底好吃不好吃？所以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建议学校可以宣导，让有一天家长去，增加信心。第二，也增加学校和家长间的互动，这也是另一种的查核机制。以上是我的建议。好，谢谢委员哈。我们来看，现在为什么要把每天的这个菜单上网，其实就是要让家长知道孩子今天在学校吃了什么。当然，这个部分委员看更进一步的建议，让家长有机会看到。这是一个鼓励措施啦，鼓励而已，没有强制。了解。学校看到这段质询，请不要惊慌，这是一个鼓励。好，谢谢。好，谢谢委员。
谢谢苏乔委员，谢谢部长。我觉得鼓励来吃，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看照片跟实际吃还是不一样的感受。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委员质询。主席、在场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记者美女女先生，大家早安，有请潘部长。潘部长，委员好。部长，你有没有吃过营养午餐？有。学生的时候吃还是当老师的吃？当老师跟现在有时候也会有机会到学校，有吃过。我小时候当学生没有机会吃营养午餐，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那时候都带便当了。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都是吃便当？因为大概学校供餐的很少啊，爸爸妈妈也都会。对了，来，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家庭教育，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啊，那时候的家庭还有能力帮小孩子准备便当，现在的父母都太忙了，所以呢，一定是在学校吃营养午餐，这是其中之一哈。那请问一下，家庭教育法今天我们要修法，那您认为家庭教育法的目的是这些吗？还是这些，是预防家庭及青少年犯罪，还是你认为目前的家庭教育法也应该有包括传扬家庭及文化价值的目的呢？这些应该都是可以努力的目标，但是有一些重点呢。是，但是目前多数大家会偏重在预防家庭及上犯罪，大概我们之前的提案说明都说到。那我个人觉得，除了这个消极的目的之外，我们要积极的呢，要去奠定教育的基石，宣扬传扬家庭的文化价值。你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人格养成是在哪里？家庭。家庭是所有教育的出发点，大家是不可剥夺跟取代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最近什么变化。我刚刚问那个吃便当是有道理的哈。我阿嬷那个世代的妇女呢，是他们的生育数是七个。哎，真的，我的舅舅阿姨，我妈妈刚好七个兄弟姐妹。那到了现在20岁到29岁的婚龄妇女呢，大概只剩1.12个。那我这边特别雕塑了一个下降很明显的，就是1.72个，跌破两个。你知道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跌破这两个吗？为什么妇女在这个世代生育数跌破了两个？部长想想看，我跟你标示哈，1969到1978年出生的。其实我们在1996年进行了大学的扩张，所以呢，这个世代普遍的女性跟全个世代的大学就业率很高，就学率很高，所以念了多年的大学，生育数就下降。我们往下看，其实这个呢，从1983年到2016年，我们结婚的女性的是结婚年龄从21岁到25岁，她的生投胎的年龄从24岁到31岁，这样的一个30几年，我们的生育年龄差距跟出生年龄扩大了一倍。从结婚到生育本来是3年，现在呢变成了6年。我们往下看教育程度，你会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它的未婚比率呢都集中在什么大学跟研究所。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说家庭失灵、社会失灵啊，我们看到的社会事件，儿虐、家暴、逆伦、随机杀人、情杀，它是社会事件，社会事件是冰山的一角，底层是什么？底层是这些事件的社会结构，劳动人口不足，扶老比攀升，长照需求增加，这些原因失业，因为家庭压力大，所以产生了这些的社会事件。部长，您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社会结构造成的这些事件浮出台面，对不对？委员的分析非常的深入。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家庭教育？家庭的价值需要重塑，因为面对这样不同的社会结构，我们往下看。在我们的国发会定出了2030年人口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稳住2000万人，我们的总生育率要逆成长到1.4人。刚刚看到的最近20到29岁是1.14哈，这个数字您记一下哈，再往下看。那我们未来人口数的关键是怎么样呢？生嘛，我们增加出生率，或者是我们从其他国家经验，我们吸收移民。但是呢，移民有社会歧视跟文化适应的问题，出生怎么办？出生当然我们就是生育跟教养的问题。我们往下看，所以我们少子化的对策，在部长您的任内，我们
教育部是负责3到5岁，我们要增设公立或非盈利，与私幼合作，我们增加育儿津贴，这都是我们在看得到花预算的部分，对不对？但这个有办法无限扩张？预算有限嘛，所以呢，我们怎么做？其实不生育的核心啊，我们往往现在我们政府的政策是用价格的手段去解决价值的问题，生不生其实是价值观为主，生育所、养育所需要负担的价格其实是次要的。你看一看，我们这边都是经济条件呐、公共量不足啦、有职场不友善啦、因为成本高啦，这些都是价格的因素。但是核心的价值观，我们往下看是什么？要不要小孩？这个关键嘛，不要小孩没有，倾向有小孩，您是选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往往现在家庭年轻男女是意外才会出人命啊。好，我们往下看。所以呢，整体社会的价值观，我们目前在我们这个世代以下的，我们的成就感大概是来自于哪里？职场嘛，来自于家庭的成就感多吗？来自于公益的成就感多吗？传统的观念，女主内男主外，妇女被规范的价值是这些，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往下看，现在呢，女性跟男性两性都是追求职场上的价值，所以在1950年代，我们看到的阿信叫宿命相夫教子。现在的女性生不生，生的话，她要负责考虑是在家还是工作，她在工作要解决托育问题，她如果要在家，政府要给予支援，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往下看，所以呢，价值倾向有这么多，不管是宗教、家庭、职场。我们现在的选项，下一代年轻的时代，单身、不婚有伴、未婚有儿女、已婚有无儿女，会生的只有最后一个选项啊，又要结婚又有小孩的，这个往往是落在最后的选项。所以部长怎么办？价值选倾向怎么改变？往下看，教育部目前的托育政策就是把覆盖率提高，并没有做大。还是用价格的手段在公司比上去做调整。我们再往下看，其实我们现在政府呢都把低生育率啊，大家都是或者社会归因于政策不够或环境不好，所以呢如果托育政策做不好，我就不生，对不对？那请问部长，如果托育政策做得好，你觉得大家会生吗？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刚才委员谈到价值跟价格，这个是非常深入的分析了哈。那就已经决定生婚生的子女，因为他们都会落在比较年轻年程，不管工作待遇各方面呢、还在起步阶段，所以政府做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支撑。但是委员刚才谈到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有很多条件都不错，但是他不见得会决定哈、所以我想在这一部分呢、也确实啦，因为刚好整个社会变迁，有很多不同世代也正在做一个不同的这种我们说一个调适啦，是。所以也许现在大家也在呼吁，也帮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整个国家在人口上的变化、所以我想现在包含行政为什么希望在整个大的环境上面来创造更好的，当然还要引导年轻人对婚生的概念。所以我们的托育政策是价格的政策，是要花预算的政策。我们所制定的家庭教育法是一个不花钱的政策，但是是决定价值的政策。主席，这个1分钟。所以过去我们台湾的人口政策，日治时代鼓励生育啊，我阿嬷生7个送金牌啊，但是后来呢，她生了7个之后，那时候日本人走了，所以没有领到金牌啊。然后53年的时候呢，我们是3321啦哈。好，但是过去的时代，现在呢，现在。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说，今天我们修家庭教育法，要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的新生代，你们可以鼓励多胎，增加效能。像我讲这都不好意思，因为我只生一个，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养得起，自己负担得起，好、所以结论就是这样。我们目前我的主张的家庭教育法修了几条，3、7、2、71，后面这两项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家庭教育的范畴应该加入人口教育，推广家庭政策，多胎的好处，生养子女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要强调人口变化对国家及生活的影响，重塑生养价值，赋予个人他觉得自己有负担生育跟抚育的能力。部长，你要不要？不是叫你以身示范哦，你不要有压力，
愿不愿意我们家庭教育法往这方面来努力？是，谢谢委员哈。我想这次家庭教育法的修法，因为我们多位委员关心，包含中委员这边，我想确实我们希望能够为台湾这个社会，为更年轻的世代也带。不过在这里也很感谢委员的这个分享，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到各处哦，帮忙很多年轻人啊，提升这个生养的家庭教育观念哦，应该很精彩哦。谢谢。好，谢谢，今天宣教完毕，谢谢。好，谢谢。谢谢钟嘉宾委员，谢谢部长。那我们就休息，十点半休息十分钟，谢谢。影响到你这边，今天就是他在拍水。
好，我们继续开会。那么接下来就要请黄国书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现在有关于学校午餐专法，现在有两个版本，是已经一读了。那我想问一下，那教育部的进度如何？什么时候会有院版？跟委员报告哈，目前我们这个草案内容已经形成了哈，就因为还需要跟县市政府还有我们相关的学校还有专家学者这边在讨论。那目前预计是五月能够把它提送到行政院。好，所以这个会期会出炉。会是好，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会期会至少会出委员会嘛，有机会嘛。好，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我今天想要跟部长来探讨哈，其实现在学校营养午餐当然是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才需要去建构一个专法啊。我们有营养师编制不足的问题，厨房设备不符需求，偏远学校食材运送困难，厨工薪资低，招募困难，食安问题，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然后这个营养午餐秘书没有人要当，市长 EQ 的乱象啊，我们还缺乏食农教育等等，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教育部未来在推出这个院版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问题做一些理解，然后我们希望在法制面有效的来解决啊。我认为营养午餐，我们教育部应该要体认到，学生的营养午餐是不是国家的责任？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国家的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去思考，我如何去建构一个完善的法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政府要承担哪一些责任？在预算上你来看哈，我们台湾只有政府补助只有占13.6%，日本是占了67%，韩国是100%耶，韩国是100%。好，下一页哈，然后营养师的人力的配比啊。以目前的规范呢，40班才需要一个营养师，所以一般的15个大概有1000个人，一些人一配一个营养师。可是在日本是500个，在韩国是520个啊。再来啊，所以在我的版本里头，有关营养师的配置啊，这个大概是非常核心的条文啊。如果我们重新去规范20班要设一个营养师，不晓得教育部的立场是什么？是跟委员报告哈，刚刚委员在一个重整目前我们午餐面对的若干问题，那当中人力尤其是营养师啊，这个确实从过去学校卫生法定40班以上设置一人哈，那这个概念也表示说现在未达这个规模的学校或有些行政区啊，可能通通都达不到，所以部分啊应该是要来在思考增制的必要性。那至于说因为现在委员有这样的版本、还有我想蔡培慧委员也有几位委员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在思考要增制、但是怎么增制了哈，所以这部分你愿意朝这个方向是来思考至于说是用班级规模啦，还是我们用一些不足的方面啦，怎么样来去做强化，我想在审理法案的时候，我想委员我们再好了解广义。那我大概知道教育部的态度。那再来营养师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到底要用正式的员还是约聘雇？因为它会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状况，因为这个县市它可能用正式员额，这个县市可能用约聘雇，所以造成一国多制啊。那这个部分可能你们要去思考如何统一的规范啊，当然也要跟地方政府就财政面去做讨论了啊。再来啊，学校的午餐秘书现在是没有人要当啊，忙死了，事情非常非常多。那因为经费的问题，所以都请老师来兼任了。没有老师愿意来接，那这个问题总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倒不要设专职的午餐秘书，那我也希望教育部也应该针对这个部分要有一个态度，当然我们也希望教育部采正向的态度了，那再来，食安的问题，从这几年来看哦，这个食安的问题好像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每一年都有1-2000个人数啊，件数你看都是30几件了啊，每一年大概都这样的数字。那食安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教育部也要有所掌握啊。
我们当然现在的制度是鼓励在地的食材，国产的食材啊，但是有没有强制性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来进一步探讨。我给你一个数字啊，现在进口的冷冻鸡肉，鸡肉是营养午餐非常重要的食材哦，哈，然后低价进口的冷冻鸡肉啊，每年都增加。93年的时候才45000公吨，到了去年已经增加到21万公吨，每一年都在增加。好，这一些低价进口的冷冻鸡肉，它当然非常的低价。那它流入哪个地方呢？通常都会进入团膳、机关、部队跟学校。21万公吨，它当然会流到学校的营养午餐啊。然后进口的这些低价的冷冻鸡肉，它的保存期限啊，有的一年，有的甚至高达2年啊、哦。我给你看这一个图片，它生产的日期是2018年10月24号，它的使用期限可以到达2020年10月23号。这个是台湾到处进口的冷冻鸡肉食品经常可以看到的标示。我们台湾的国产生鲜啊，是1个礼拜，然后冷冻台湾最多也大概1年，大部分都是半年。那为什么国外进口的它的使用期限可以这么高？因为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时候他们的标章就是如此，我们没有任何机制去处理啊。也就是说，我们面对国外进口的这些冷冻食品，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范的机制，就是说有太多的类似像这样的僵尸食品在我们的校园，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让我们的学童普遍的在使用。所以我觉得国家应该要有一些责任，要有一些处理吧。部长你觉得呢？是，谢谢委员这个关心哈、哦。那么确实营养午餐当中食安的这部分一定是最优先要面对跟处理哈、哦。所以行政院我们几个跨部会啊对于食安，尤其是营养午餐的这部分，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长期协调的机制哈、哦，帮我们有一个食安专共识，遇到有一个状况会紧急去启动。那对于这部分呢、啊，因为刚才委员提到农委会因为一直跟教育部也合作是。这个四张一 Q 的这个鼓励使用在地食材哈、哦，这个每年投入12亿的这个费用，我想那未来农委会也在食农教育法已经开始立这个草案哈、哦，那我想可以更委员所谈到的，那对于现在的这个部分，我想定期跟不定期的稽查是最必要的，然后因为团膳的这部分呢、啊，还是要随时去抽查。对、啊，但我们没有限制说它的使用期限到达2年呢、哦，不能用在营养午餐，我没有任何的法规去限制啊，所以你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是我们有办理营养午餐应行注意事项，现在所有营养午餐的办理就是按照这个注意的办法来办的。我们没有法源，所以用这个办法，它的采购是要优先采用 CIS 认证的产品。好，那在各地的地方政府，他们的采购的标准大概都也会这样的规范，但是也没有完全的一致统一啦。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参考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去成立了公益财团法人给食会，学校给食会这样子的组织，然后建立了午餐食材的供应的平台，就在这个平台就先处理了。日本叫做学校给食会啊，韩国叫做友善环境供餐资源中心，他们有这个平台，而且是国家去支持这个平台的建立，我们台湾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平台，所以就是各个学校他们自己去办理，办午餐秘书去办理，然后就到底办得怎么样，食品的来源安全不安全，完全一无所知。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些建议啦，现在教育部的版本你们来拟定了，至少要掌握到这几个重点啊、哦。我们可不可以去加强政府单位要求我们的这些食材的来源是要符合农业主管机关相关的认证的，然后我们要去建立这样的平台。
然后再来。如果我们建立这样的平台之后，有很多在地的小农，因为他没有办法马上开立发票，所以根本学校没有办法就地取材啊，那个没有发票啊，你怎么办？这个部分可能你们在思考教育部版本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一些研议，至少让这一个开立发票的问题可以有一些适度的解决。是，谢谢委员刚才这样的提醒哈，因为当时在台中服务，其实我们当时就已经在试行这种类似四张一 Q 的这个做法哈，因为四张一 Q 本来就是希望国产在地的这些新鲜食材为主，当时就是认为那个供应的平台啊是一个炸的机制啦哈，因为所以我想这部分委员的这个建议，我们在后续的部分会来努力。好，谢谢，我们还是希望教育部版本这个会期可以出来，好不好？是，谢谢，讨论，谢谢，一起努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黄国书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林奕华委员质询。主席，我们请潘部长。潘部长。部长好。委员好。部长，是营养午餐，其实对办教育来说，或说对我们在重视营养午餐的部分，它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午餐或是一个营养午餐，它里面其实涵括很多教育的部分，包括我们希望现在在食育教育各方面都应该要融合在所谓的营养午餐里面。但当然对我们来说最大使命是如何真让孩子在学校里面他能够吃到又营养均衡，然后呢又真的能够尽量是色香俱全，然后又热腾腾的午餐，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是，我必须说很大的挑战。但是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营养午餐陆续续相对是一个革命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它一直在进步，可是我们可以改善的空间当然还是非常大。像我知道教育部以及当初您在台北市，我们在新北市大概在推所谓的自立厨房，其实自立厨房的推动的确对于很多营养午餐的值得改善，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棒的。但是碍于这真的需要空间需要经费，所以我还是期待说在这个部分在营养午餐的这个政策上面，教育部应该要有更尚未全面的看法，而不像现在我们在认为营养午餐就是地方各吹各的号。再来呢还要牵涉跟很多爸爸妈妈包括教育部包括农委会包括卫福部等等很多的单位要打交道，而没有一个很统整的一个所谓的我们从策略思维的角度来看待营养午餐的这件事哦。甚至有时候都看到选举的时候就看营养午餐就变成县市长在开支票的一个项目，可是我都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啊。所以现在来说我们就很多人提到有关于价格，那这个部分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各县市自己做之后有时候很难去确定它的品质，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跟学校以及跟家长之间对话的过程，就其实现在很多家长的观念觉得怎么样子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提醒一下，这有很多我们委员也都提到就不再赘述，但是我就看到我们相关的法那就散布在不同的法里面，所以就是一个多头马车的状况。尤其大家知道四张 EQ 出来之后，包括其实四张 EQ 那时候很多事情跟教育部反映，我看你们也是两手一摊呐、因为都是卫福部都是农委会或是所谓食安办在做一些相关的决定，但是他对第一线我们学校的运作真的有太多的不了解，而现在事实上还是看到他在执行面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有关于就是相关的统整的部分，我们认为教育部的确是有可能我们来定一个相关的法令哦，来做比较完整的在刚刚讲统整的能够对营养午餐这件事情比较可以把所有的力量做一个好的结合。那再来就是看到其实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相关的法令都已经有了，像包括日本韩国，那我们今年呢部长到底今年我听到说我们五月可能会有草案出来是不是？是，跟委员报告哈，确实刚才如委员所提到的这些午餐过去办理的相关事项哦，包括教育部就是定一个注意事项，对，所以现在除了我们大院委员已经也有版本，对，版本，所
所以立法委员的走比你们快啊。那教育部这边其实草，因为教育部也是一个行政部门嘛，其实我们草案也行程现在就是在跟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这个学校代表在参与，希望预计五月提出版本。是。那如果五月提出版本，我想我们当然看教委会，就我们是不是能够尽量都来配合这样的时程，因为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对营养午餐这件事情来说，包括可能食育教育各方面，我们能够统整在里面哦。那但是今天也很多人提到，里面包括了我们希望看到就是相关的人员的配置。其实真的我们在学校现场看，有营养师的学校跟没有营养师学校真的是很有差距的。那个幸福感，还有就是说他那个教育是，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关于我们在营养师的配置的部分，以台湾现在算起来哦，大概4000名学生才配到一名营养师，在日本是500名配置一位营养师，还南韩是在520位配置一个营养师，所以我们跟日韩比起来，这是落差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就是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要想办法在这次在法令的订定上面，是不是能够也跟着，因为这我觉得是进步的观念，我们也要跟人事财主单位去沟通，让这事情当然是可以做到了。可是我就想请问说，但是以现在来说，我们原来应该有538校嘛，现在只聘了430位，那其他的部分是什么状况？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依学校卫生法当时锁定就是40班以上，是啊，对啊，就要对将起来应该有538校嘛。那时候在聘了430位里面哈，就是说当时也特别有自设就自立午餐的学校来优先聘用哈，对啊，所以那大概是406位。那但是确实教育部现在也定了一个计划，是逐步在跟，因为这个部长在跟建制，我们这样是，我们现在已经聘了400，因为当时就有一个渐进到，有规定啊，是，所以跟委员报告哈，我想这一次我们有两组委员版本也在思考营养师的这个配置的方式，我想教育部也会提出这个版本来哈，我们希望说这个人力除了原来的学校卫生法的基础外，我想对于现在因为还有蛮多啊，规模不到，还有一些行政区啊，没错，100多个、180几个行政区一位都没有。我要说就是说，这个是叫做说已经不好了，编制已经够低了，就这么低了，我们还人数还补不到。我们应该是比较计划在这一次能够来做一个整理。但是我就说这是目前法的最低标准，我们但要求的不是这个低标啊，现在是告诉你低标你都做不到了。低标都做不到，我们但希望的是要变成你那个40班，这个是这样是不合理。就我讲，还是要回归到整体的，我们在随着食育教育对营养午餐的结合，所以营养师到底要如何来做配置？刚才讲日韩的状况，我们当然好好来检讨我们的部分呢、啊。那目前来说，所以都是5秘嘛，午餐秘书，但午餐秘书现在教师法就算定一个说，行政不得拒绝啊。我说这那都是很消极啊。现在一般这个，尤其在4章1Q1实施之后，更是这个行政人力大逃亡啊。因为每天就搞那个4章1Q，为了要申请那个经费就够了。包括营养师现在一样啊，他花时间去整理好多的我们4章1Q的东西。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够想想看，如何在行政减量的部分， okay. 帮他们起码现阶段先做行政减量，是让他们真的可以专心的比较多时间，真的是在做营养午餐、食育教育，而不是去做这些行政上占掉他们几乎大多数的时间。谢谢委员这个指教哈，因为也确实在这部分也一直往这个方向在整理了哈，在所以他们填报相关的资料，尽量就以后不用是就是过去那种最传统的那个负担，资讯化确实会减量哈。那刚才委员提到这个营养午餐营养师的因为还有100多个的差额，其实是用这几年逐步来，我们实质聘的是比原来说那个40班以上啊，这里400多位，现在已经聘到430，会用几年把这个部分逐步的达成。但是现在更要关照的是全区域啊完全没有营养师的这部分，没错，我想是这一次专法会来努力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努力，是我们要求一定要是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很不公平的状态、啊、所以在这次的专法里面也是一个重点、啊、对，中央一定要有一个上位思维啊，不要让
就这样才有办法真的做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我想委员因为地方行政经验很丰富，也知道这一定要跟地方再配合一下。而且我们这个很大的期待，像你看，包括说，抱歉，我就再占一点时间。像你看，包括我们的推水有机蔬菜部分，其实对孩子那个从小，真的很多他观念上面的生根，那也造成我们农业上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其实营养午餐，它不是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午餐，它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非常深远。所以希望说这部分我们教育部可以更快速的把这事情来完成，修法之外，策略上让他能够在各县市的做法不要有太大的所谓的城乡差距。这三法也会并同这些来做一个研究。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林益华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要请吴思瑶委员。谢谢主席，有请部长。那我要请这个，当然我要特别除了国教署，我希望高教司跟技职司今天有吗？来，委员好。啊，谢谢大家辛苦了。这我现在发高烧39.7度，我会努力的把它很有系统化、快速的讲出我对于营养午餐跟家庭教育的重点。那营养午餐跟家庭教育大概都推动了16、17年，其实是应当一个全面翻转，而且在立法的支持要更强化的关键时刻。那我个人认为，我先讲营养午餐。营养午餐不只是营养午餐，其实我个人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营养午餐的制度跟所有相关的 stakeholders 这些利害相关人要发生很直接的关系。那利害相关人是谁？学生、家长，还有民间，还有专业界。所以教育部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支持的体系。刚刚林益华委员说的营养午餐是一个大革命，我非常同意，我们要翻转，我们要革命，但是革命要革新啊。我今晚要来检讨营养午餐也好，家庭教育也好，我们上路了17、18年以后被登大人的这个规定，我们立法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看下一页。当然，过去 before 我们都是食安把关，它只是一个最低标，不管是在烹饪的过程、食材的供应或是保鲜的关照，务必要让安全、要让效率、要让营养能够达到。但我要说，这是非常非常 low 的层次。我们要革命，要革新，要怎么做呢？我们看下一页。我上次也咨询过，营养午餐的改革，重点就在食谱的设计。食谱这件事情，如何可以导入食文化，如何导入食育，也就是饮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如何跟地方创生来接轨。我希望我们地方创生的办公室召集人，虽然未来会有专责办公室成立，你们一定要听清楚我今天的论述。那上次也跟您分享了这个日剧，那个彭署长，你看过这个日剧吗？三星级的，你没有哈？上一次的署长是邱前国，他非常认真。我建议他去看看日本这个很红很夯的三星级的午餐料理进到学校，然后邱署长真的有去看，他全部看完追剧啊，看完以后他就有很多很多的灵感。哎，我们前国在吗？好看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叫你的接班人哈，这个彭署长也好好去看一看，你就知道食材是重，食材是营养安全之外，最重要是食文化跟食育以及地方创生。好，我们下一页，我们看日本经验啊。我跟布朗说，2011开始，日本有一个和食几食的应援团，和食的相对应就是洋食。他们为什么要把和食的厨师，也就是架杠里不能了力，
核实的厨师媒合到各个学校，2011年到现在已经进入了300多个学校，供应的午餐达57万份，就是让核实日本料理的专家去借由营养午餐的供应，让孩子知道核食是我们的食的料理文化，这是日本的经验。好，看下一个。日本很有趣，也成立了一个全国学校给食的甲子园竞赛。他怎么操作呢？他是民间跟公部门合作，他们的文部科学省、农林渔产省都一起加入，2006年到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产出地方的自慢料理，自慢料理，也就是在地骄傲的料理，只有在我的学校可以吃到这样的食谱，这样的在地食材。所以我们要翻转，今天法案我们都在讲人力硬体的提升、制度的强化，我们的午餐委员会或者是午餐秘书，但是我们要革新，革新也就是整个思维要翻转。所以我一再讲，它是一个食欲、一个食文化、一个地方创生的重要的媒介。好，下一页。台湾其实也有大厨出任务进到学校，我这里提供出来的是一个70岁的何大厨，他是圆山饭店退役的，他进入苗栗的新开国小担任校园的厨工。另外右边的例子呢，是中壢市公所来结合万能科大举办低碳蔬食的 PK 赛，也就是把它链接是产学合作的一环，我非常鼓励跟支持。部长啊，司长啊，两位，我们有多少这样子的大厨出任务？有多少这样的人？你们有没有盘点过？应该没有嘛。现在全台湾191个餐饮科系，191个餐饮相关科系，你可以跟 USR 结合，你可以帮助这些孩子研究食材，研究在地的这个饮食文化的脉络，然后进到校园，这就是 USR， 这就是地方创生，这就是营养午餐的加值效益。所以我要讲，我看到我也有参与联署跟共同提案，但我未来期待你们5月份的法案立法的时候，不是只有补助软硬体的思维，一定要把营养午餐的专业支持的体系能够建构起来。我请部长一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研议。好，那部长你知道民间下一页有一个50对位计划吗？几位？没有人知道，我上次咨询就讲过了耶。这是一个民间的团体，他们在网络上募资，他们希望能够出版属于台湾的新世纪营养午餐料理食谱，目前已经在完稿的阶段。这是名利无穷，而名利就是创造力。那他们也进入校园去做校园米其林的全国巡回座谈会，这是民间耶。而他们也邀请大厨出任务，走入校园去推广食欲、食的教育，而且有 live show， 直接可以直播，大家都可以分享，让地方妈妈们、营养午餐妈妈们都可以跟民间的专业团体有更多的协力跟合作。这个计划真的很有趣，你们去研究一下。来，下一个。而这个50对位的团队已经诊断出台湾营养午餐的4大问题要解决。第一个就是专业人力的短缺。部长，我不是只要入法支持人力哦，我在乎的是后端在职进修无门。这些人他需要精进技术，他需要科学的一些导入。AI 也可以来做这个，你知道吗？我们用大数据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在地食材什么是营养安全的，所以要科技导入、专业导入。好，这个团队也诊断出来，台湾营养午餐的厨房设备简陋，烹饪方式过时。OK， 我们立法要处理了嘛？要精进这个用。然后庞大的成本与时间压力，每天煮饭的那个黄金时间，难怪都是大锅炒而已。最后一个就是最遥远的距离，就是 from farm to table， 从产地到餐桌上，运输成本
就很多了。所以这四大问题是不是都会在你们的立法条文里头去回应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诊断呢？部长，是非常谢谢委员哈。在原来不管委员的版本还是教育部已经有草案，其实有一些我都觉得我们可以再精进哈。那刚才有谈到包括为什么两位市长在后面，我可以更理解哈。这个用我们很多大学相关科系的这些人才，191个餐饮科系来做这方面的跟在地学校做结合，这就是专业支持。现在教育部的草案有，但还没有像委员这么深入哈。我想这部分我已经请署长这边，因为还在草案对话整理的过程哈，能够放进来来精进。嘿，我一直在冒冷汗哈，快昏了。好，请保重。赶快下一页，快结束了。这个五十对位的团体倡议，台湾应当成立一个营养午餐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刚刚研发出来的100道食谱，他们目前已经跟东海大学合作，而且不是只有国教，他们现在是第一个跟东海大学，东海大学是全台湾第一个校园推动4张1Q 的大学，所以高教也有关系，不要以为大学生没有吃营养午餐。所以这样一个团队倡议，我们台湾应当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来成立营养午餐的研究中心。我会在我的版本再强化这个部分，因为需要有食的知识跟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个部分我想方向上纳入你们的版本好吗？好，谢谢委员，因为今天也提供我们很多可以再精进的一些建议。好，谢谢。最后一页，最后一页，还有一页。跟农委会扩大合作，在场有农委会的人吗？跟农委会扩大合作，跟在地的农会推出地方的在地料理。这个单位建请农委会要辅导各县市农政单位来成立学校午餐的食材供应平台以及物流中心。我认为在政策上可以做到，我也会放入我未来提案的版本。所以最后我们要跟地方创生的战略推进。最后一页，部长，地方创生我又帮你找了一个新的可能。地方创生过去国教署实验教育、偏乡教育等等城乡建设之外，还多一个营养午餐，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个地方创生的专责办公室。跟委员补充报告，因为委员多次也在提醒，那我们由政务次长他会来担任这个总召集，可以知道，因为希望就是扩大在哪位政次？刘政次。好，那我期待地方创生专责办公室要纳入营养午餐 USR 的配套专业的支持，好吗？那我家庭教育就没办法讲了，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委，谢谢吴思耀委员，谢谢部长。好，接下来我们要请蒋乃馨委员发言。主席，我有一个程序问题哈，因为我们今天有营养午餐法哈，那可是过去有关营养午餐的部分都在学校卫生法里面，那包括营养师的设置的相关规定全部在学校卫生法里面，那今天我们营养午餐法的讨论，那将来如果以营养午餐单独成立抽出来一个营养午餐法的话，跟学校卫生法的竞合的问题就会产生，因为两个设置的标准不一样了，规定也不一样了。第二个就是像我们来讲，在去年我们就提了学校卫生法23条之一的修正条文，那现在还在委员会，也还没有审议，这个就是涉及到营养师设立的标准啊，增加营养师设立的标准。所以是不是因为今天只有询答没有实质讨论嘛啊，所以是不是我们下次要实质审查的时候，是可以把学校卫生法以及相关的修正条文并在一起来讨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竞合的问题。谢谢这个蒋乃馨委员提出的这个程序，确实您在106年学校卫生法第23条之一的条文修正案，而且把学校营养师法制化，完善这个营养师的职能，那我觉得这个很好。那我们也在106年10月5号有做一个询答，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后续在学校午餐法逐条的时候，也应该把学校卫生法纳入共同来讨论。好，那谢谢蒋乃馨委员的程序提醒。谢谢，谢谢主席。那现在就开始我的询答啊，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是学生放学的时候在路上手上拿到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饮料应该是很多的，饮料，对，鸡排、甜点。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小学生血糖超过标准的占了百分比多少？我手上没有这个资料，但是那国中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给你开一个资料，好吧？国小将近30%血糖异常，国中23.4%，这是卫福部最新的资料，针对102年到105年学生营养健康调查，在今年年初出的报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竟然有30%的学生，而且是国小，血糖飙高，而且你看国中、国小，国小的趋势比国中还要严重，就是表示说孩子们对于血糖的了解、对于饮食的了解、对于健康的了解越来越不了解了。那我再想请教一下，血脂异常的有多少？血脂肪、胆固醇，不知道。那我再给你问一下秘长。男性的学生，国小的学生呢，14.3%，女性15%，低密度版的话，胆固醇男性11.1%，女性15.1%，这个的数字几乎跟45岁到64岁的年龄层的数字是差不多的，很严重吧？真的是非常严重啊！这么国小的孩子们，胆固醇超过标准的竟然有15%啊！6个学生里面就有一个女学生是胆固醇超过标准的，然后跟45岁到64岁的年龄一样。血糖30%超过，胆固醇15%超过，我们学生的健康谁在关心？我们再请教一下部长，国中体位过胖加上这个肥胖的占了多少？好像也接近，我看因为委员有提供一个，其他委员有提供数据，大概也将近30%左右。30%，对啊，你看我们下面一张，就是30%的，国中体位30%的，如果又过胖，血糖又高，也30%，然后胆固醇又高，不是三高吗？这些都是国家的未来啊，国家的幼苗啊。那怎么样让他们吃得健康？怎么样懂得该吃什么？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事。否则的话，我们培养出来花了那么多钱投入教育出来的孩子们，30%是有问题，健康有问题的。所以国小呢也差不多，国小差不多。所以部长，这要怎么处理？这要怎么办？谢谢委员刚才引这个卫福部的这个数据哈、那确实也因为看到这些数据哈、那教育部过去我想除了有健康促进学校一直在推广哈、也是希望真的能够透过学校的这个体系啊，能够提醒也要求孩子在饮食健康，因为刚才我一开始发问就会觉得。孩子可能对这一些饮食的习惯上面呢、其实日积月累就会造成在刚才讲的这三个面向的这个指标哦。那这部分呢、在这种数据上的反应啊，觉得我们当然还要再持续的来提醒，尤其是也可能要同步的也要提醒家长了哈、因为除了我们在讲学校的这些用餐午餐的用餐之外，有一些时间可能说不定是在放学或在家庭哈、这个如果没有建立起健康的饮食观念，养成好的习惯，部长，我最近有个朋友从国外回来，是带着孩子一起回来，带着孙子一起回来，我们就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国外的孩子最喜欢吃素食嘛，薯条啦、汉堡，我们带他去问他说，我们带陪你去吃，他说我们不吃，为什么不吃？这些都是有问题，对健康有害的。哎，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这样？我们学校都有教，我们课本都有教。
我们都有课健康食材的课本，怎么样吃健康的课本，老师也会教。可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在教？在台湾有没有教？没有教啊。所以过去我为什么修改修正学校卫生法二十三条之一，增加营养师。营养师并不是只是开菜单，对于食的健康营养师也要去做。营养师，这就是我们过去在一百零二年修改学校卫生法的时候我就把它加上去。同样的，在一百现行的学校卫生法，中等学校以下班级四十班以下以上者应该是营养师一个人，可是我们教育部呢，93年及103年的行政命令解释是把班级40人以上还要加上有设置厨房的。所以也就是说营养师的功能仅是在厨房，在营养午餐，矮化了营养师。你看现在这么多的健康节目，每天都有营养师在上面告诉大家怎么吃的健康，而且这个节目一个一个一个的出来，收视率越来越高，就表示大家有这个的需要。那我们今天行政命令还解释的设置厨房才要，不设置厨房的就不要。这个就是说营养师的功能只是开营养午餐的菜单，而不是做健康教育，不是做吃的健康的教育。所以我二十三条之一的修法就是要增加营养师，提高营养师的功能，同时希望能够教育部把营养师纳入到学校的编制里面。可是我们现在营养师愿意来吗？我们现在营养师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一个学校的营养午餐的单子，营养师盖的章是什么？约雇人员，约聘雇人员。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出来呢？我们的肥胖一定会增加，我们的血脂肪一定会增加，什么血糖一直在增加，而教育部给我的答复一直说是经费不够，经费不够。部长啊，今天不投资啊，明天会更贵啊。是，你看看这个的数字，我们能不能心痛啊？我们会不会心惊啊？真的，这些孩子踏入社会以后，将来的健保支出、健康的医疗费用是不是会增加很多很多？是不是国家都在负担？所以院部长有没有办法增加营养师的功能，增加营养师的数字？是，谢谢委员哈，长期对学校营养师的这个议题的关注，包含修法的提案哈。那对于这一次在这个专法在行政院嘛，现在正在整理的这部分也确实会在营养师的这个增制上面呢、来做努力哈。那刚才委员提到营养师的这个角色。我想也在这一次里面，我们希望让他不只是在协助常态的午餐的这些菜单等等的，对营养学生的这些教育啊，我想也是一个功能，在草案里面也整理出来哈。至于刚才委员提到营养师的聘任是以专制或这个聘啊，我想这个还需要再跟地方政府，因为涉及到原有的问题，如果是经费上来协助啊，我想教育部应该来全力以赴哈，来做最后他们的努力。现在你看今天健保署这两天做的事，很多院长要离开台湾，为什么？就想省经费嘛，省开销嘛。那为什么不在学生的时期就灌输他一个吃的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那将来的医疗费用才会真正在减少，至少保费才会减少啊，对，医疗支出才会减少啊。所以教育的投资是胜于一切嘛，所以这个要跟行政院去沟通嘛，对不对？我教育支出增加，我可是医疗费用可以减少啊，这整体的支出来讲是降低，不是在增加呀。而且对于营养师的增设，我希望部长也能够多考量一下，尤其跟全序部沟通一下。好，是，因为原本的编制是在全序部，是，所以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您刚才讲的家长的观念，这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我们今天家庭教育在做什么？
社会上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出自在家庭教育里面，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原先预计10+2，结果今天只有8分钟，所以家庭教育我没办法准备，我准备了我没办法询答了哈。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希望部长针对营养师的部分，是针对家庭教育的部分，我想我们在逐条讨论，逐条审查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可是如何增加编制，增加营养师的功能，尤其是在落实不要去用融合教育，融合教育就等于不见了，在课纲上面，在学校的课程上面怎么安排，让孩子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知识。我相信这个对孩子的健康是绝对有帮助的。是，我想委员因为对教育也很熟悉哈，现在在健体里面确实有，但是营养师那个更专业的这部分来做血统的指导，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对，所以希望能够把课程排进去，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有请李立芬委员质询。主席好，麻烦请潘部长。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是部长。我记得我曾经针对家庭教育中心也曾经咨询过，部长两次哈。那我觉得不只是我现在我自己对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心的定位功能有意见。其实我看到的就是监察院，其实他分别在2013年跟2017年也都有提出了纠正案哈。那我这边有整理的几个重点，在2013年呢，我们监察院是认为说我们家庭教育中心知名度不够，然后缺乏横向联系，所以服务成效不彰。第二个就是各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力不足，近70%不具有专业资格。好，那第三点是 A 儿虐主要的施虐者是以父母亲为主，那主要的原因都是缺乏亲子教育知识，还有婚姻关系失调。那这个部分都是家庭教育中心应该做的，可是都没有发挥它的功能。那第四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是高中以下学生如果有状况的话，应该要给家庭相关的协助，这个部分也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辅导哈。这是在2013年提出的意见。那2017年报告呢，又提出了说，各地方的家庭教育中心的经费编列的都非常少。第二个就是家庭教育咨询委员会没有办法协调跨部门的事务，会议流于形式。那第三个就是家庭教育中心的组织定位不明。好，我想说这是监察院提出了两次的纠正案的一个报告，所以我想问部长，你们这次提出来的行政院的版本有没有针对这几个问题来做回应，来做修法？是，跟委员报告哈。那针对这一次的修法哈，那也确实一方面，因为这是监察院给教育部的一些指正的意见，对，那也对这部分呢、有来做着力哈。那所以不管在人力的这些组成专业性哈，还有相关的这些经费啦哈，当然这经费在这次家庭教育法如果在大院的支持之下通过。我想教育部一定会在109年的预算的编列上面，应该有更聚焦的这些重点哈，会再来做政略上的反应。那对于我因为那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哈，因为在地方政府服务啊，更了解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啊，如果没有地方政府首长的重视啊，他要做跨局处的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因为他是地方政府底下教育局底下的另外一个这个机关哦，那这些主任啊的职等也低哈，甚至连教育局的联系啊都是困难，更不要说跨局处了哈。所以我想在这些的意见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有所的改变。好，我知道我们教育部想改变哈，可是我还是觉得这次提出来的版本没有那么的全面、那么的完整来回应大家对于家庭教育中心的一个期待哈。那我还是先请部长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年来我们的整个儿虐的情形哈。这是105年我们看到最主要的一个儿虐的问题，
就是都是因为家长缺乏亲子教育知识，有3000多件。然后第二高的就是婚姻失调，有1000多件。那106年呢？原因就是家长失恋。我刚刚讲是八，主要儿虐都是80%是家长。那为什么家长会虐待儿少？主要的原因，刚刚讲的105年。那106年，他认为106年统计到的数据也是缺乏亲子教育知识，也是第一高。第二高是变成情绪不稳定，那第三高就是习惯体罚或不当教育。那107年虽然只有前三季的统计，最高的还是缺乏亲子教育知识。那第二高的是习惯用体罚跟不当管教的方式来对待孩子。可是我认为不管是第一跟第二，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亲子教育，我们家长怎么样子来管教孩子、教育孩子，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我才觉得说，我们要调整家庭教育中心的功能，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也一直在强调说，如果是维持现在的一个方式的话，是不够的。所以我的版本里面特别强调的是，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力。那这个专业的人力，包括教育专业，包括专业。沟通的是说，家庭教育中心在社安网里面的角色，它一定是初级预防，没有错。可是我们要达到初级预防，不代表我们只能做活动，我们只能做文宣品。好，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工作方法达到我们初级预防的目的。那我觉得说，加入辅导的一个协助，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刚好在昨天，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好，那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说虽然发生在日本，可是还是非常的一个心痛。就是说日本有一个妈妈，她本来是不孕，透过医疗的方式让她顺利的怀孕了，甚至产下3胞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她觉得很高兴，可是又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担任起一个好妈妈的一个角色，所以她到了日本的相关的单位去寻求协助。结果日本政府相关单位给他的协助就是给他一个妈妈相关的育儿手册。好，那等到他自己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家里没有足够的支持一个情况之下，他就在一个情绪失控的情况之下，就把其中一个孩子就重摔，然后孩子就走了，就死了。那当然他要接受法律的一个惩罚。所以我这边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我们还是用现在的一个方式做，现在这样子有需求的妈妈来到我们家庭教育中心，她可能得到的对待还是一样的，就是我给你相关的一个资讯。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有专业的人员在当下知道这个妈妈情绪需要对支持，这个妈妈育儿知识可能需要我们公卫护士的一个协助，这个妈妈可能需要在家庭这个部分，她的家庭需要更多的一个支持给她。可是呢，不管是现在的社安网，这样的一个妈妈的情况其实是不会落入到社政的。我要跟部长讲的是说，我们现在家庭教育中心在服务的就是不是到社政的那些家庭、那些家长，我们就是要让他还没有落入到所谓的脆弱家庭、高风险家庭之前，我们提供协助。那这样的协助，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提供专业的一个辅导，所以我才会有提出这样一个修正。好，所以我不知道说部长，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的定位功能，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思考。对于这个部分，不知道部长能不能赞同？谢谢委员哈、可能也许是委员在提草案的这时候把这个词以加上这样哈，但是刚才委员所提的这个见解哈，我是非常认同哈。家庭教育中心确实一定要有，而且我也希望未来我说政策跟资源的引导，还是希望他不是只在做宣导这件事，是希望当能够有一些需要的这些对象，
不管是一个从来自高风险家庭学校的提供，我们连结了， 是能够去做一个比较有长度跟深度的陪伴跟资源的这个概念。尤其这当中很多是无助的啦，还是有些是职能上的问题。是，我想这个运作模式是如此哈。所以对委员提到说，在因为我们从过往家庭教育还没有修以前，我就先增至人员去补助给地方来聘哈。那我想在后续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这个概念是如此。是，那刚才委员提到的有一个啦哈，因为我说地方政府首长一定要重视。才会机会扩大，因为我们中心是一个当机关，事实上它整个家庭教育里面还有一个咨询委员会，这个我们的规范都希望是地方首长一定要来扮演这个角色，他才喊得动这相关的急促哈。所以我想这两层的设计里面呢，我想在教育上就可以来整理，没有冲突，对对对对。可是我这边可能就是希望部长，我们真的要好好考量里面到底家庭教育中心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人来提供给我们家庭协助。我相信在台湾一定还是有很多孤立无援的父母亲在家庭，可是他们还没有到社政的标准里面。对，我完全认同委员这个想法哈。那如果说在，因为不管在怎么样，他一个机关的人力总是有限。我本来一直在期望的哈，在我们的资源跟希望他是成立一个地方里面，包含可以有跟大学合作，或我们有一些很热心的这些人能够变成是一个人力网哈。然后在这个媒合过程当中，他才能帮的比较多，否则我觉得说少数的人力啊。他还是会把服务量会减少。我赞同，就是说我们要结合更多的一些资源进来。可是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力、专职的人力在里面，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的。好，所以希望部长我们能够来这样子往这个方向。在审法案的时候，我想再请委员一起来集思广益哈。Okay, 好，谢谢，谢谢。立芬委员，谢谢部长。请蔡培慧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那要请潘部长，请部长，谢谢。赵委好，是部长好。刚刚我相信我早上听了非常多委员，可以感受到就是午餐专法是朝野的共识，而且也是大家都会提出，不管是对营养师，或者是对这个料理的设施，或者是我们人力的加强，以及我们怎么样让跟农民的这个连结哈，所以看起来这个部分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推动，所以我来把它聚焦。我觉得它的问题非常多，刚刚非常多的委员都有提出来的，但是我也要必须提醒，这个部长，数据会说话。就是从过去，而且是教育部自己公布的资料，你就可以发现，光是云林县他们在公餐的费用是32块，然后台北市是51.4块，那沿江县比较遥远是60块，几乎是将近最高跟最低是2倍的价差。所以我必须要提醒你，将来必须分级的定价。可是我所谓的分级定价，并不是说偏乡可以少，而是这个都市多。我要说的事情是，我们在定价的时候没有去区隔设施、料理人员的人力以及食材，所以整个都乱了套。那这个部分要麻烦你注意。那第二个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营养师的专业绝对不是只是开菜单，他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孩子今天是不是的这个料理过程是不是太咸了，或者是糖分太高了。我们在公听会的时候有特别注意到，就是这个大学的营养系的教授他来点出说，今天这个食安的把关绝对不是一个美味的菜单，而是这个菜单背后奠定的营养，以及在奠定菜单之前对孩子们的健康教育。所以我觉得营养师缺乏必须补足这件事情，不只是教育部的责任，甚至于包含你要跟这个我们的人事总局，甚至于行政院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再来，午餐紙米，我觉得营养午餐应该有特定的管理人员，而这个管理人员到底是分散在各校，还是说我们依据县市的差别，有一个工时中心来统筹管理，这样子的种种可能，你也要放在心上。好。
我会如此的把营养午餐放在这个讨论里头，不只是修法要法制化，而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吃一顿午餐的美味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于我才来刚当立委的时候，也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当着我的面说：“你是立法委员吗？”我说：“我是。”他说：“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吃三色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记忆，小小的一个点出，所以让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看营养午餐到底在制度、人力资源、资源共享，以及我认为科技要研发的原因是，我们光是用这个科技的检测就可以来看出说这个剩食衍生了多少的浪费，以及工时提供了多少的健康。好，以上种种列入法律，但是我要来讲两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家庭教育以及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推行双语制，但是在双语制里头呢，我们发觉我们的双语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可能，那英语是其中的强项，我们的英语教师不够，这个不够反映在两方面，一个是英语教师本身即使是本国籍的，他的编制都不够，他的编制有多少呢？就是如果以南投县来讲，全部有36294个学生，只有314位教师，少聘的人数不足，平均一个老师要教115位，而且这个还没有去看他的区域哦，整个区域的跨区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在台北一个学校移到一个学校可能五分钟，在南投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可能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此外还有第二个，就是外语的师资，你仍然没有去看偏乡的差距，整个全台湾的外语师资如果是外籍老师的话，南投只编制了两个。这件事情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即使我们已经修订偏乡教育法通过，可是你们在设定英语教师不管是本国籍是外国籍的时候，仍然没有把偏乡的缺乏放在心上。部长你该怎么办？是跟委员报告哈，那对于外籍英语师资的这部分呢、在这一次国发会所提的新经济移民法，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哈。过去我们对外师事实上只限英语师资，而且是透过就业服务法的这个事项，这个大概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聘进来的老师是可以在学科来任教哈，所以我想这个突破也是在这一次推动双语国家当中，对于引进外籍分科英语的这个师资啊，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这个才有机会把委员最关切的、长期在关切的这个偏乡的需求啊，所以带进来。原来是在源头里面基本上是进不来的哈，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好，有这个基础后，我想在推动上会在偏乡的需求会特别考虑。对，但是我要讲的是，有这个基础，光是要修这个法就不知道是哪一天。可是孩子们的教育一天一天，每天每天都在进行中，所以我必须要要求你，针对偏乡地区外语教师，包含本国籍跟外籍都不足这个现象，你要提出解决方案。而且我也拜托，就是你们的国教署近期到我办公室，我们来讨论。好，这件事情呢，很多人会觉得没什么不重要啊，可是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倾向，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在基础教育的过程就受到最好的教育。好，不管是本国籍或外籍，国教署再跟委员这边来做一个研商，请委员指教。 OK， 那我们就来讨论我们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中心职务目标不明，刚刚很多委员都讨论了，特别是我去看了很多的网站，我有一点点稍稍的惆怅，就是说为什么家庭教育中心单身联谊活动办的比较多？你可能是对我们这些单身的 中年人的家会，可是这跟家庭教育的相关性到底在哪里？我必须要讲，今天我们有注意到受虐儿童甚至于受虐死亡的孩子们有60%以上是亲生父母，而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够只看到现有家庭的组成，我们要发现我们的奉子成婚有两个倾向，一个是20岁左右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以及大概30-40岁比较事业有成或者是生活稳定的父母。但是这里头的儿虐或者是儿少以及家庭的照护，有没有在他们结婚的过程
程当中给予支持，坦白讲是没有的。特别是比较年轻的父母，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去了解我怎么样来教我的孩子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把他们过去的情绪累积起来，最后在一个意外，如同刚刚李立芬委员也有强调的，在这个情绪爆发的时候，可能就把这样子的恼怒就发在孩子的身上。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做情绪教育，而情绪教育绝对不是找来来上课，它必须要很多的叙述，很多的支持，很多的形态。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注意到非常多的偏乡有很多的这个协助，比如说台东孩子的书屋啊，比如说很多的博幼啊，非常多的都有去创造多元学习的，甚至于像我们的梁显堂，他照顾的是本身这些孩子们可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都有做了一些偏差，但是他仍然把他来好好的教导，教他们学习可能成为面包师傅啊，教他们学习他们的这个一些才艺啊。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比较看起来是一种宣教，比较忽略了多元学习，请回应。是，谢谢委员哈。这次家庭教育法确实把家庭教育中心，我们希望重新在除了增至专业人力之外，他的任务教育部也会透过我们的政策资源来引导哈。因为一般的宣教除了持续办理以外，非常重要的是对有需要而且已经知道这个可以帮忙的这些对象，可以去媒合成为比较长期陪伴，我觉得这才会真正有效了。会发生等于说防范在先，他当他非常无助的时候，真的有经验或我们给予的资源才能够度过他，真的尤其是情绪到一个崩溃的状态，真的会产生这些受虐儿童的惨剧，就是这样。对，所以我特别强调，我们除了情绪教育之外，我们恐怕也必须要承认，就是有一些可能家庭教育中心官方未及之处，我们也应该跟民间团体来紧密合作，是一起努力。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蔡培慧委员，谢谢部长。接着请陈学胜委员质询。好，主席、部长、本会同仁，大家好。部长请，主席也请，主席也请。谢谢。部长，是。我前一次咨询就有提到说，很难得有部长离任之后又回来，那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福分哦。那现在在教育政策上面有很多是当时你启动的，那也希望在你手中把它完成圆满。现在很多教师团体对你都有非常多的期待，单单昨天一天，就两个教师团体都在台大校友会馆开了会，哦，就是希望呼应事情。那因为今天时间很简短，我就提两件他们关心的事情。是，那我觉得教育部，大概你回任之后，大家觉得有 guts 哦，这个很不简单哦。这个全教总对于私校退补制度非常的关心，他们希望能够修法。包括个人增额提拨自主化、人生周期基金预选，还有退休金续留哦。那我跟张廖湾兼委员，我们两个也跨党派都提出了提案出来。但是经过了一年，从当时你还在做部长，到换了两个部长，你又回来了，这私校退补制度一直没有往前推动。那么全教总说，向喜总驾临，你们的处长很棒哦，说只有史彦文，部长，史彦文在你后面。苏阳文，麻烦你，红东木林加东办告，快点出来一下，来，处长，什么时候把它完成？既然是实验文出来了，没有人要阻挠，那就告诉我一个期程表，你们到底有没有对应方案进来？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等你了，我们就开始审了，就这么简单。部长是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哈，确实在苏亚博前面一点了，苏亚博这个阶段哈，因为我也看到重整了，因为陆陆续续了哈，那尤其再回来这个这个工作岗位上哈，我认为过去年改在处理的就是当时没有涉及到私校退辅的这一块，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听到非常多的这个意见哈，当然抱歉我后来有一段时间离开，那最近我也在请同仁重新盘整了解目前委员的几个关心提案的重点里面。实际上部长我跟你讲，2010年私校退辅制度大家推的时候，它是比现在我们现有的公立老师更加有弹性，但是随着时空变化，有些需要去调整。
的。是，所以我继续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委员也关心这些，而有提案哈、哦，我详细的了解之后，也做内部的研商，我认为这些。都是目前可以在精进，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也认同新改制哈的这个失效退服的条例啊也经过十年，但这十年的运作啊是大家认为是一个相当既有绩效而且是一个相当具有弹性的，让尊重这个参与者哈，我们失效老师五六万人的权的这种选择权，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而且可以持续永续的制度。那目前几个条文我检视下来都是可以有机会来精进，所以在教育部的立场，因为教育部如果这时候再去重整提出院版，这个时程会花的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希望能够在委员我们在所启动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教育部把相关的做分析哈、哦，来跟委员的案这些提案呢、啊，共同能够加速促成这个修法。谢谢部长跟苏扬文哦，答得非常好。我很担心说等院版进来以后，我们再开始审。但部长，你这次回任，你真的是比较决心要做一些事，把很多问题还有一些焦虑都排除开来，没有个人得失。你就可以依立法院的版本，你们提对应的条文，而不是一个完整版本。这一点我要给部长跟苏扬文处长给你们一个非常大的肯定。那我也拜托主席尽速就开始来排这个法案。那么我们就不要等行政院版本进来。那么部长，如果教育部有任何的意见，那也请在我们委员会版审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意见，尽速把它完成，好不好？是，我们在这个会期把它完成，好不好？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我也确立了，我希望说有一些对应世界可行好、包括委员的这些条文，我们就全力支持。好，那有一些目前还需要再努力的，也会忠实的让好的大会在审查的时候可以了解。好，谢谢部长，因为你答得非常爽快，你没有讲说要等院版，我就觉得你们是有决心来配合做这个事情，所以到时候我们就委员会会开始启动这个事情。我想这一点，所有老师会私校老师会感谢那这应该部长，还有感谢我们的处长苏扬文啊、哦，我一定给你非常大的肯定，好不好？谢谢苏扬文。第二个课纲，课纲事情是昨天全教产，然后还有这个国教行动联盟，还有中华语文教育促进会，昨天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对于我们这个课纲审查，目前为止只进行到15%。很担心8月1号能否上路哦，那他们也举出了时间表，我也觉得时间表是简单的一个算术问题。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在95课纲的时候花了2个8个月来审查，99课纲的时候花了2年1个月，大概25个月。这个108年课纲，这个部长很清楚，当时为了很多，包括文言文比例很多事情，争议非常大，所以现在只剩下7个月要完成后面85%的审查。部长会不会太快了一点？我也将心比心讲，虽然2014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当时12年国教冲速上路，我是持反对立场。我说这个利多虽然试出来，可是很多配套还没有完成，包括对于社区高中的期待，甚至对于是否要排付，都还没有准备好就仓促上路。所以国民党推的那个政策出来，并没有挽回我们的颓势。但这个课纲，是不是不要跟总统大选会不会明年会政党轮替有任何的想法去挂钩在？他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所以部长，现在明白的是只有15%的审查进度是教育部告诉我们的，那还有85%，还有剩7个月。部长有没有可能我们先做部分的试验，不要一次就冲出上路来不及改？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委员对这部分也很关切也熟悉哈。那事实上我们103公布了总纲，这其实是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那这个草纲各领域啊，这个纲要其实在就是说我自己接任前啊，其实他已经提出来哈。那自己我因为过去长期在国民教育，也刚好有机会服务过在国教院，包含国立编译馆，所以对于整体课纲的发展形成、教科书审定，其实我是算也深入的了解。所以当时在105年这个基础之后，我已经开始启动相关对于让出版社可以更早来熟悉这一套课纲，因为领纲都长草案已经长出来了，其实那个是大致的内容都有了，所以当时就启动这个编审的这些的对话。其实这些是希望，因为一个新的纲要对
编者出版社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教科书绝对不是从领纲公布那一天才开始的，所以从105年就陆续来展开这一些。那跟委员报告，因为教科书的审定其实现在当然叫做审定，它其实有几个程序啦，从这个初审，然后有一些修正到过了，现在多数的都是在经过审议后的修正的过程，所以现在也许用一个版本数量这个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但现在目前确实我因为几乎每周都了解国教院的审查进度，一定会在五月底前对目前他们已经出来的这些版本，因为它都是在修正在送审的过程，不是说重新再修编了，所以这部分确实一定会如期但是因为教科书确实是严格把关，所以才会有修正的再送的这个过程。因为今天持续时间非常有限，我只简单做一个结论，这个技术型高中这次改的幅度非常的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开始，未来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所以我拜托部长在五月底我们再做一次盘点，如果到时候真的准备不好，很多老师反映他们准备不及，我希望部长您到时候能够做出一个适当的决定，该延缓就延缓，不要急着上路，这一点我跟部长做一个拜托，好不好？我们五月再来做一次检视，我跟委报一定全力的在做这些相关的准备。但我们五月再做一次检视，我想不止教科书了，其实现在县市大家都这几年都持续在为这个，包括前导学校也是这个意义。但是委员，我想刚委员提醒的，教育部一定会审慎，好不好？我再讲就是说，因为是教师团体反映，他们是要教的人，如果他有这个疑虑，请部长放在心里面，我也给你时间去努力赶上进度。五月底我们再来做一次盘点，如果真的赶不上进度，希望不要部长不要坚持，一定要立即上路，好不好？谢谢。好，我们会全力以赴哈。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是不是麻烦有请部长？好，潘部长。委员好。部长好，上一次在这边质询的时候啊，我公开的检举台大的教授李存修，竟然跑到中共政府所控制的企业去担任督导。那一天，我在这边质询完了以后啊，台大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们绝对没有隐匿，然后绝对没有申报不诚实。结果第二天出来，媒体啊相当大幅度啊的报道，直接打脸了台大的说法，连自己台大的特聘教授啊都站出来，台大根本是失职啊。那他们自己在网络上面，大概只要会用 Google 基本搜寻技巧的，都可以看到在中共那边官方的记录。结果台大的他们竟然说啊，他们不知道。好，那没有关系，我姑且相信台大这样子啊的说辞，我给他的 benefit of doubt。好，那接下来一个礼拜要说明嘛？那请问现在台大的说明是什么？是，谢谢委员哈，因为之前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提出，我也答应委员你是什么，一定会处理，确实去做处理哈。是，那目前台大同仁这边给我的回应是，这个李教授并没有对于委员所指称的这个事项啊，有做申请申报的这个动作哈，这个是台大这个回应。那继续，不好意思哈，是第一个台大先说哈，这个可能是李存修他的责任，他没有跟该校申请。那去年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彻查的时候，台大有没有跟教育部说明？怎么没有查出来？去年不就要求要彻查了吗？那现在没有查出来，那台大的校方是打算一推四五六，不关我的事，是老师自己申报不诚实，是这样吗？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得到这个资讯，但也要求台大也在做后续啊，因为等于说。李教授没有跟学校提出这个申请，但这个事情包含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事证，我们也要求学校应该
不是因为他没申请，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他到底有没有去中国兼职，这才是重点。那你不是说一个礼拜之内要有结果吗？怎么到现在什么大家都还在踢皮球？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去做，透过学校去查处，那学校他现在在进行，希望透过他们的系啊，在这一方面在做调查。很奇怪了，怎么台大的调查跟行政效率会这么慢啊？我直接跟你讲啊，我发函去行政院陆委会啊，人家陆委会的回函都回来了，陆委会的回函上面就讲了，说本案李存修教授担任中国上面那个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他构成两岸条例33条第二项所称的任职啊。那怎么我们台大是最接近那个老师的，自己的调查会这么慢？而且陆委会现在的认定蛮清楚的啊，他在任职当独董的这个公司，我上次已经把这个控制图画出来了嘛。那我会画出这个控制图，其实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特殊的资讯啊，这个都是公开的资讯啊，公司要登记啊。那公司登记完，我当然就去上面看他们官方的资料，后面控制的中共国有资本公司持股53.36%，他已经超过50%啦。那涉及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裁罚的部分，我一定找陆委会，我不会找教育部。但问题是，陆委会第一个，他最后跟我讲说，那这个最后哈，教育的部分要怎么处理，还是要请教育部依法审认嘛？那责任显然在你们身上啊。那台大到现在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还没有回复，是在如同他们学校的老师自己提出来的质疑，是在拖延吗？是在包庇吗？什么时候会有个答案？是委员好，我刚才跟委员补充报告，就是因为这个调查不是只有李老师说没有申到就到此了哈。那我一看，需要多久？委员是不是这样哈？因为学校现在在进行中，那所以台大可以调查两年嘛？就像上一次那个贪污老师的事情嘛，跟教育部彼此之间磨来磨去，磨了两年啊，到现在还拖着，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啊。所以台大只要使出拖字诀，我们教育部拿他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样？委员，这部分教育部基于主管机关一定会持续的。那委员刚才提到，对嘛？你们不断持续的关注，台大不断持续的拖延。我今天只要跟部长要一个答案啊，调查这个需要多久？怎么效率这么差？陆委会都做出来了，然后台大还说要调查，这个不会太奇怪吗？那个委员，我想如果委员这边有陆委会的一些对这个市政的了解，我想委员我们也会跟陆委会来。奇怪，你们怎么行政院哦，针对这么重大的，台大的教授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牵涉到国安层级了，他怎么行政院彼此之间部会的横向联系差到这个样子？部长，我只要一个答案啊，你需要多少时间？上次一个礼拜跳票了，没有关系。那你今天提出各式各样的理由，那大家会有公平嘛？那我现在只要一个时间啊，因为要不然的话，跟上一次那个贪污的台大教授一样，现在拖了两年多也没答案啊，你还需要多久？就给大家一个时间嘛。是委员，现在我想我是不是进一步再跟请人事处这边还是不愿意承认啊？不是不是，委员，我现在的意思是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时间不要在这边浪费掉。第二个议题，这件事情我上次也问过了，然后您在那边绕圈圈绕了半天，你也不肯跟我讲你要怎么处理。好，现在他已经被起诉了，请问教育部已经做了什么处置？打算接下来要做什么处置？启动教评会。跟委员报告哈，之前有关2030的这个教育部在行政调查后，已经先做一个处置。什么处置？他是调离校长这个职务。现在人在哪里？然后送监察院。是。这个校长现在人在哪里？他就回任教师啊。是吗？是吗？是这样吗？那我们依法是做这个处置啊。来，请国教署的，今天署长有来吗？好的。来，你帮部长回答好了啦。部长显然，虽然我上去咨询，对这件事情的掌握哈，能力还是不太够。他现在人在哪里？报员部长其实很清楚啊，现在是在征文，就是部长刚刚没有这样讲啊。好，第一个问题，谁决定把这个贪污的校长调到国立征文高商去的？谁决定的？原来学校。跟委员报告哈，依法他是回任到原来的学校啊。好，第二个，有没有因为他回去征文另外加员额？有还是没有？那个细节我请署长跟委员报告。
范围，因为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员呢，是有外加以备于后续他后续来处理他的相关教评程序。为了他外加的员额，你承认了嘛？第二个，曾文根本不希望接受这样子一个贪腐的校长回去。嗯，内部的老师跟我投诉啊，说师生大家是敢怒不敢言啊。国教署跟曾文有交换什么条件吗？没有，这个是依据高级中等教育法第15条，进去之后我们马上启动教评会做后续起诉后的处理。来，你刚刚说他回任教师嘛？是。他现在有授课吗？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准备他现在每天待在图书馆书库里面旁边的一个小房间，没有授课，是也没有做行政工作，天天领干薪，所有曾文的师生大家看的都快要晕倒了，说是把我们曾文当什么？教育部把我们曾文当什么？把一个贪腐的校长丢到我们学校来，学校已经启动教评会，不做行政工作，然后每天待在图书馆的书库旁边就可以领薪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啊？方委员，3月19号彰化地检起诉之后，我们一起启动教评会。我们的政府有反贪腐的决心吗？这像是有反贪腐的决心吗？委员，我想在第一时间教育部会对一个现职校长做调职，即使做一个行政处置。那对于他未来这个职务，现在的状况不就是他现在坐在那边有干系吗？这个情况因为同步减掉单位也在做哈，我想这个基于人权，教育部也应该在一个确定之后再做下一个阶段的处置，并不是。等一下哦，先提一下，你刚说要确定才做处置，您刚刚的署长说现在教评会要启动程序了。不，我讲委员是当时我们做的是行政调查，所以上面调职回任依法回到教师法第14条。写得很清楚啊，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有关机关查证属实啊，就可以停职啊。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做？法条在这边呢，不要说法律没授权啊，为什么不做？你还在这边讲的振振有词哦。委员，教育部受理到这个案子之后，从没有停止任何的脚步，但是也依程序逐一在做处理。好，什么时候要开教评会处理？来，那个时间署长说明一下。包委员，这个我们直接就接手了啊。起诉之后，学校启动教评会。那我们认为这样子是，什么时候启动的？3月19号，张会议。你今天在这边说哈，启动教评会啊，我今天就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主席站起来了，学校什么时候启动的？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时间。好，今天在现在是12:05，1点之前把这些细节变成文字给委员，谢谢。不用，你现在就跟大家讲啊。刚你说你在国会殿堂说已经启动啊，但是我得到的讯息是根本没有，所以我在这边要求你在国会殿堂上面为你自己讲的话负责。什么时候启动的？是刚刚跟人事主任联络，他说学校在教评会的启动上需要由我们教育部直接来接手，所以我们的法条文没有来接手，教育部直接接手处理。对啊，什么时候启动？我们可以在这7天内来处理。7天内 ，OK， 好。谢谢质询，7天内启动。那接下来我们感谢黄国昌委员跟部长。接下来我们要请钟孔绍委员，钟孔绍钟委员不在现场。接下来我们请陈继明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是第一次到教文委员会这边过来，我可以请潘部长吗？好，谢谢部长。谢谢。委员好。哎，潘部长好，谢谢。我想我的质询应该会温柔很多啦，不用太担心哈。好，那我当然也是呼应到我们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承办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时候碰到的一个困难。那我想利用质询的机会来给我们教育部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哈。那我相信这个我们有动吗？没动。好，可以。好，好，我想学校哈，现在主要是依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提到了说，学校应该承担起这样子的一个义务，来鼓励我们身心障碍者到我们的学校这边来任职哈。那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立法精神，让学校
担负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来让身心障碍者有公平就业的一个机会哈，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也透过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38条的一个规定以后，对于不论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它有一定的一个定额的禁用的一个规定哈。那透过这个定额的禁用规定以后，我们发觉说，学校在聘雇上面也尽了它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哈，所以也因为配合38条以后，43条有相关的要讲罚款嘛，有相关的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没有聘雇到的时候，那就缴罚款嘛哈。那摆明了就是开始执行了以后，现在国小上面的确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所以国小因为聘雇不足，一个小小的国小哈就被罚了26万哈。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26万以后，宣示了我们教育部的一个决心，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小朋友他在养成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一个跟他不一样，可是他也有发挥他工作尊严，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来，让小孩子在从小养成教育里面就浸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看到不一样，我觉得这跟未来我们在推相关的法案上面都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哈，自然而然的一个尊重。那特别因为我是从卫环委员会过来哈，我们卫环委员会就是昨天劳动部的报告也告诉我们说，配合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者的权益保障法以后，我们落实的定额禁用的制度有发挥它一定的成效，事实上还超额禁用了44.8%，表示大家都非常愿意配合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不好意思，下面的一个小图哈，不晓得部长这边有没有看到？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下来以后，107年从9月开始，学校在禁用的员额，还有各学校能够达成我们标准，开始有困难了，开始有困难了哈。所以当然就是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在104年，因为我们帮我们的助理纳进来劳保，我觉得这个是对助理的一个权益保障，本来就应该做的，我们本来也应该鼓励，只是可能没想到，因为把它纳进来了以后，因为我们的生权的比例啊，是依他纳保的人数，所以造成学校聘雇这些教学型的助理突然人数大增，所以他需要去禁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比例，如果还是按照这个 3%、1% 的话，他就等着被罚钱了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学校这边啊，开始有很多的反应出来，那不晓得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有没有上达我们教育部长这边的天听啊？我们教育部有没有因着学校在执行上面的一个困难，真的也为我们学校做一些的解决？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确实这现象啊，有很多的校长也有跟教育部来反映，是那教育部也跟我们主管这个身障权益卫环的我们的卫环委员也在反映，甚至请政委都出面，可不可以就在这上面呢、啊，能够有所的一些区别哈？那当然这个情形啊，目前对于主管这个法规的卫福部，他们也很为难，因为其实这个法就是希望能够对于身心障碍的这些人们可以有更好的就业工作的保障机会，对，所以在目前来讲，教育部把这样的意见大家在磋商，是不是可以在类型这方面呢、啊、有所讨论？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结论呢、啊，因为这个就希望是。可是这个问题是马上就要上路了，不是马上，已经上路了，2月1号就已经上路了、啊，因为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困扰。我们当然知道这一个法其实是民国94年这个条例就出来，当初在设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想到，他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计算基准，用纳入劳保。
可是问题是他当初的立法精神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够知道有全职雇用的人数是多少嘛，但是我们发觉说这个并不是全职雇用啊，因为他还是以上课为主，他只是利用课余来做兼任型助理而已，当你把他纳入变成全职的时候，那精神上是不是我也是要去找身障的学生来做这个兼任型助理，可是对学校来说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啊。所以当然立法有他各自的立法精神，可是教育部是执行，教育部是我们学校的主管机关啊，那我们学校的确有困难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做进去。我报告齁，就教育部立场，因为了解学校实况，尤其这些部分时间兼职认为这些如果能不纳进去计算，对、啊、那你就要帮他们导帮他们解决、啊、这个会涉及到那个法本身还是要能够就主管机关，不然为什么会拜托政委来召开协调，对、那如果说这个法没有去做任何的处理，你这样做对学校他也没办法，我也相信我们教育部已经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是是，只是我们的努力的时间进程上面可不可以更积极一点，因为现在教育部的态度就是啊，没法懂我罚钱好了，我就帮你准备好罚款，你不要再叫了，这样子是合理的吗？这样其实并不是釜底抽薪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也麻烦委员啊，我讲真话，这是一个法哈、哦，这个我知道法前的你不能教育部偏偏去改那个法，我懂我懂，可是教育部应该要来反应，其实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也比较希望我了解、哦、这个，因为过去所设计都是专任长治的人力，那我们这个在大学聘用的兼任助理，这是对嘿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能够被我们一起主管的机关能够去说这个。其实是比较不同于我过去专任，我们会一起就不会据实的反映学校的实况。好的，好的。不过我现在比较想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其实一月四号已经答应大家说要做这个修正条文，请问有送吗？这是你自己说的、欸，你就说你要来提这个修正啊。至少我在卫环我没看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提案啊。喂，不好意思，这我请司长，因为那段时间我还没回到教育部哈。太谢，我真的没有时间，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了。我现在只想知道说您送了没？如果你觉得已经努力了，除了请政委协调以外，你送了没嘛？喂，我们现在在跟卫福部还有劳动部在协调条文，就是还没送，是结论就是还没送，非常好，自然都已经承认了。我们今天就提出来，那也让我们部长发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在学校的确看到说，有时候我现在聘了很多的助理的时候，我是希望让这些经济困难的一个助理可以透过这个奖助金能够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来参与学习，更重要他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一个奖补助，可是人事室就会来拜托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只聘一个，要不然我就要增加员额，对我来说又很困难，所以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哦、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哦、这个学期因为这样服众其实对学校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那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就是让老师去卡老师聘他的助理啊，所以这对学生对老师都不公平，所以我是不是具体的一个建议，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起努力，好，因为当初在立法上面的确没考虑到，就像这个是105年、啊、那个是94年一样嘛，我们怎么样子在法跟法之间做一个修正的时候大家一起努力 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谢谢陈金明委员，谢谢部长，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林静怡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麻烦潘部长，好，请部长，委员好，哎，部长，我看到您再回来带领教育部，我会非常开心、谢谢委员，是好，再请你多帮忙，那我们今天要审这个家庭教育法，那本席我们在第十五条之一，我们有希望能够新增家庭身心虐待或不当管教情势可以提供这个家庭諮商或者是辅导这个部分哈。那教育部这边给我们的回答是说，这个有很多的单一窗口啊，案件分流的问题，那我这边直接来请问部长，就是说好，我们用教育现场来讲哈，假设我今天有一位老师，我发现我们班上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家长可能在照护上面，在身心的这个不论是比方说他的情绪的管控啦，或对于孩子的这个身心上面，他在照顾上面有点不太安全哈，他还没有揍他，或者说他还没有真的把他打到骨头断，可是就不太对，这快出事了。老师这个时候你说，你们有各部会有窗口嘛？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要找谁？
跟委员报告哈，如果这个我们把它列为是高风险家庭哈，一般学校会正式提报出来。提报给谁？他的窗口应该会先回到我们这。如果他已经虐了，我还没有讲到虐啊，就是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家，我们其实有开始遇到，比方说这个家长，他给孩子的饮食走得很偏。好，比方我们其实已经开始遇到，我们有听到这个意见的朋友在想，开始有，比方说我的家长给孩子吃这个生酮，好，违反了我们一般对于这个发育期孩子在营养上面应该做的动作。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或者是行为上他有冷落，孩子有求助的时候家长不理他，这个都还没有到我刚刚讲打断骨头嘛，对不对？可是在认定上又觉得这个希望有人来跟家长沟通一下怎么教养，他要往哪里去。委员，我跟你们报告，如果我们说如果一旦家暴，当然就是原来有个社政单位，社政单位，然后成案，成案之后去处理嘛。那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一直比较希望家庭教育中心能够发挥在预防啊，就是他可能管教方式啦，专业智能不足哈，所以我比较在这次希望，我比较希望是强化这一段。是啊，如果是这样，我比较希望我们坐在前呐，有些教育体系，家庭教育中心这边，这是为什么要增加以专业人力的方式来，也希望他达到做到。这个我们说陪伴或协助的这个角色，陪力嘛，对不对？让他们知道当父母有哪些部分他要注意嘛。是，或身为一个照顾者，有时候不是父母，隔代教养可能是阿公阿嬷啊，哈。那这就是我说，你们在这边针对这个部分，你们也认同要家庭教育中心来协助嘛？那问题是说，这个流程，你们现在有在做吗？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一次会特别着力在各县市家庭教育中心它的这个功能方向哈，对，就是希望能够跳脱过去只是在做一般宣导啦，我比较希望能够直接对接到当有需要的家庭是夫妻是啊，是可以在做这种我们说个案上的陪伴跟协助，对，所以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修法通过，我比较希望，在上面我们自己应该要有一个跟流程来谈到那个嘛。所以、啊，如果他受到家暴，当然就我们有原来的机制设置来，如果是属于我们还可以帮忙的，是应该回到家庭教育中心。那部长，那问题是你们回应我的修法意见，你们说啊，反正现在哈、哦、现行法规跟通报要单一窗口，案件分流，整合型服务。我现在就是在问你说，如果你们这么写，可是你跟我的立场一样。啊、我们今天希望让这个案子回到家庭教育中心、okay. 所以其实如果以你们现在讲说现行有的是社福体系，也就是我就要往社工去，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例子，或者是我们在妇产科真的就是非预期怀孕，小爸爸小妈妈，好，他不是不愿意爱孩子，可是他不会照顾，你总不能我们找一个护理师每天陪他嘛，我们一定会问的是说，那我可以找谁、嗯、那以前是社福体系，就往社工去，社工一看这个没有到虐待的事实，没有开案，他顶多是一两个月来追踪你一次，社工那边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就我认同你讲的，我们都往前面家庭教育中心还有资源，所以你们这样讲，你们这回答我说，哎，我们有分流啊，有案件，我现在问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其实应该就直接往家庭教育中心去的这个案子，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或通报的窗口？是，跟委员报告哈，也许这个回应的文字可能还没那么精准。七号、哦、啊，所以但是那个做法上，我想就如我跟委员刚才所报告的哈，这个是我一直比较强烈的希望，家庭教育法这一次的修法能够让有一些家庭教育中心啊，可以坐在前的预防，前端预防还有协助，对，这个我想除了人力上的专业之外，我也比较希望在教育部的政策跟资源上去引导县市家里运作、啊、能够在这一块里面多以协助。那至于说这部分，我想我们在审法案的时候也许可以比较聚焦的谈、啊、但是我希望家庭教育中心坐在前面的预防，这个是很重要啦，这个我们到时候在修法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流程好不好，麻烦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流程怎么顺。那另外还有一群，因为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我们都认同说，其实这些它可能只是在教养功能的能量上面不足
资源不足、支持力不足，所以我们从前端来协助嘛。另外一群是他可能已经是儿虐家暴的加害者或他的伴侣。好，其实我常常讲说，我们有一些人会觉得全部都抓起来，不见得，有些他也是可能是受害者，他只是无法出来。那这一些他可能就像我们在性侵害的这个加害者，我们有一个刑后处遇。好，他判了真的是性侵害的个案的加害人，他已经受刑，他受完刑度之后，要有积极的諮商辅导，协助他，比方扭转他的观念，改变他的思考。那我们在这个所谓家暴儿虐的所已经施暴的个案，已经成案了，而且判了案子或他的相关的伴侣一样，在我们接下来谈的家庭教育法，他们是不是也要回到家庭教育这个系统里面来？是。这个详细的这个细节，也许在法这个层次还没有谈到这么深入哈、哦。那我想，也许在法案的审议，我想也会有前后关照的这部分。所以我想当时给委员的这个回应，不好意思，比较没那么精准。但是我们希望在并案时，因为我也详细阅读过我们委员的相关条文的版本，包含我们自己修的条文。是。其实这里面大家目标都很一致。是。哦，只是在法条的整理上，我们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好不好？对。我转换成行政作业流程，我们就会依大家所形成的这个条文后来努力。因为我们的法条之后才能够产生有一个法律效益造成的这个流程。是是是，那我们在法条里面，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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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部长，谢谢主席，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我们请核心纯委员质询。谢谢张委，大家午安，我们请潘部长。委员好。哎，部长好，首先先欢迎你回来，那我今天也回来了啊。我想针对这个家庭教育法，我本席有提案哦。那我当然很乐见哦，在这个我们的院版里面呢，有纳入部分我们很多委员的一个意见哦。那重点在于是第一个哦，我看到一个五年条款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修法有把这个家庭教育中心把它更明确化的不管它的专业性，不管它的人员禁用，不管它的未来的专业的程度，我看都有大幅度的修法，赋予它更明确的一个职责。但是我只是请教部长，那有没有跟地方政府这个商量过？因为很多地方政府会告诉我们，啊，您中央修法，啊，我们地方买单。那现在第一个，地方有没有这一笔钱？第二个，地方的这些人去哪里找？你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是，好好，跟委员报告哈，这一次在修法前，其实因为来自地方也知道，地方在人力啊这方面其实吃紧，尤其家庭教育中心很少，你也知道，所以很多各县市政府的家庭教育中心就有专案先编列哈，补助给各县市这个人力的增，那未来他们也会有这个五年的扩充的人力的计划，五年嘛，对不对？对对，这个部分就是教育部，所以人教育部会支持，会持续的来支持，包括预算，对。那其他所谓的禁用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能量，教育部也会在这个部分也会给予预算的支持嘛？对，我想因为家庭教育中心其实蛮多的资源是教育部处理啊，109年预算筹编，我想也会配合这次的修法哈、哦，再来逐年的增编。那对于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现况是说会来提升的啦，其实他都已经聘进去了，只是聘的人力啊，有很多都非家庭教育专业，没错，这个成长也要一点时间哈。我们就说，你聘进来的人，也许本来不是跟这个专业那么有关联，那我想这个成长啊，就是希望县市政府也一定的能够来支持啦，因为现在总比例才38%，这个其实是不够，大概只有9个县市是过一半呢、啊。所以也跟委员报告，除了人力的增补以外，既有人力的专业提升观念，不然没有这个观念，很做不了事了、啊。是啊，所以部长，我才要提醒嘛，我们今天不是为修法而修法嘛，是是，修了法之后是要实质在实际面上第一线上可以增强他家庭教育的功能嘛。那这个中心的功能除了人，再就是预算的问题嘛。是，所以人，你刚刚有回应说这个编制上，这个我们要补助他，这预算中央会支持。第二个，他现有的这个机制、现有的人力的专业程度、他的能量也要加强，那我们中央也会支持嘛啊、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我们既有的家庭教育中心之外，那我们如何去 push 其他没有的地方政府能够增设家庭教育中心？跟委员报告，现在应该是都各县市都设了，各县市都设，对对，都设了，只是设的功能不彰。
我自己评估是不够好了。你自己评估是不够好，因为我自己在台中哦，曾为了这个花了蛮大力气。是，那还有有些县市幅员很广阔，那他是设一个、两个、三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央也要好好的跟地方政府来协商。我们不能说啊，每个县市都有了，那就一个，那就好像充数说啊，五安那俩。其实我觉得要做就要做好。是。既然我们今天大幅度的要来修法，要把家庭教育的这样子相关的这样子的事情要做好，政策要执行的话，我觉得各方面的配套都要好。是。好，第二个，在我的修法版本里面有提到，就是除了现在适配机构有所谓的家庭教育的课程，我们应该推广到包括空中大学或是大专院校或是其他的社教机构等等，是不是都能够开设相关的家庭教育课程？在这个部分，教育部有如何的规划跟大专院校？是，我刚好也有看到委员的那个修法提案的版本里面，也特别帮我们在觉得说，这个不只是，其实只有一个家庭教育中心还是力有未逮，所以扩大到其他我们的社教管机构或大学了哈，来做。我想这一点教育部在后续里面呢、也会来，在后续要尽快来努力把修过之后，我也希望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看到有很多我们的大专院校或是相关的社教机构，那有足够的人啊、还有足够的能量来办理这个所谓的家庭教育的相关的课程、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如果说委员还有招委这边来排审，如果能够尽快让这个很重要的法案修法通过了哈，除了防止儿虐那些以外，更重要的是说正向的这部分，我们可以来做。那我也会跟委员报告，我会在109年的预算筹编上面来呼应我们这次家庭教育修法的几个重点，包括刚才讲到能不能再扩及其他我们的机构或大学来扩展哈。其实我们要开设这样的课程，第一个当然是防止儿虐或相关的不幸的家庭事件，但是我觉得更前端，就如同其他委员一直强调的，我们如何在教育体系里面来告诉我们自己也好，跟我们所有的人也好，如何学习当一个爸爸，如何学习当一个妈妈，如何做好一个家庭里面的家长。我觉得这个亲子教育跟亲子教育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今天为大幅度的修法，很多是为了要建立家庭教育中心的一个功能，再来就是我们这几年的儿虐还有家暴等等不幸的家庭事件频传啊，那是刚刚林静委员提到，有很多小爸爸小妈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或是应该说照顾自己跟照顾他的孩子哦，所以他的身心的压力他无处宣泄，所以有可能变成儿虐或者是其他不幸的事件。所以这个部分我之前哦在卫环委员会，我问过卫福部，卫福部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有啊有啊，我们现在哦只要在医院知道的有妈妈生了小孩，那马上呢就会给他一个这个家长手册。我说真的哈，部长，我今天会提这个例子来讲，因为上次我痛骂过那个卫福部了哈。这个不是只有一本手册给他，他就知道自己怎么当妈妈，知道怎么照顾小孩。但是我是希望说，未来这个家庭教育中心的功能我们充实了，人也充实了，我们在这个家庭的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或者亲子教育的相关课程里面，我们能够更活泼、更多元化。我不要再跟我讲说你只是给他一张哦宣传单宣导，或者是给他一本手册来你自己回家看。我觉得部长这个是我的期许啦，要做得更好。好，谢谢委员，我再跟委员简要的补充哦。刚才委员提到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说家庭教育中心只是一个机关哦。那我觉得因为本来学校体系也是一个很好的据点，是，我想这个会再来鼓励县市可以把这些展点然后、那另外一个我想社区大学，刚才委员提到的社区大学其实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好可以正向来一个好的一个推广的管道。对对，我想这些，因为这些你多做绝对不会错了、让大家有更正确更好的这种观念，包括委员提案里面谈到那个情绪教育，是，我觉得是现在的社会压力非常的大，是真的也很需要。我想这些我希望在审法案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把它，我们一定支持啊、okay、那就是修法之后我们希望在实务面上是能够务实可以推动啦。好，那最后我知道我们招委很关心的这个营养午餐的专法，那我知道教育部好像也很乐见其成，愿意提出行政院的版本，五月啦，五月要提出来，那我们到时候啦好好的，我们希望专法能够通过，能够照顾台湾的每一个孩子，营养午餐很重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很重要，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
谢谢核心权委员，谢谢潘部长，在大家的重的关心之下，我认为家庭教育法我们下个礼拜就应该来那个逐条来审啊。好，谢谢核心权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吕孙林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我想，那个PowerPoint，不好意思，帮我调第一张，谢谢。有请我们部长，谢谢。好，有请潘部长。你们好。部长晚安。部长，我们这个教育部在今年初有订定了教育部补助偏远地区学校及非山非市学校的教育经费的这个作业要点哦。那依据这样子的要点呢，我们教育部要来协助偏乡及非山非市学校的各方面发展进行相关的这个经费补助。那在要点当中也有提到说，要针对我们偏乡及非山非市学校的卫生及健保午餐的这个补助。所以我想请问部长，我们目前这个补助的内容项目有哪一些呢？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偏远地区有发展学校发展条例啊来做支持，还有一些非偏远地区但是是资源不足的非三非四学校，目前总共我们编列了25亿的这些费用哈，那可以补助的项目，我请署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谢谢委员。我们包含软硬体包含有3年200万，让学校比较弹性的因应它的期程跟学校长远的规划。第二，对于它的设备以及补救教学可以有另案的补助。以上报完毕，谢谢。设备补助，设备跟补救教学都有。补救教学，那个午餐的补助呢？午餐的补助在我们前面21亿里面就已经有涵瓜了。在今天的专案里面，我们补助偏远、除工或是弱势的地区有21亿，以及我们的一般性补助里面都有含这一类的款项。以上分别就偏乡的专项以及午餐的补助两项经费，对委员做个回应。那如果有一些数字需要我们项目上更细节的，我们会后2小时内提供给委员，谢谢。所以你刚刚讲的这25亿的费用里面的，其中的21亿里面是专业？不是，这是另外有一个专项。所以25亿是用在硬教学校的硬体、软硬体上面。是的。然后还有你刚刚讲的一些设备补助的部分。是的，是教学设备。这是25亿的部分。这是25亿专对偏乡的部分。好，那21亿的部分就是用在你刚刚讲的午餐专款。午餐专款的部分嘛。是的。那麻烦署长这个会后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我。谢谢。那我想要再请教部长的部分是因为其实我们学校在办理营养午餐的时候距离其实比较远有些地方这个学校就是偏向的学校会比较远一点，所以那又加上这个人口的这个规模上面的不足，所以也会造成人力还有运输以及这个食材成本偏高的问题。所以要让怎么样让学生享用到最好的午餐，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关心的部分。那有关于我们这个卫生保健及午餐的补助呢，是由我们学校来提出计划书还有经费申请表，那由这个地方政府来做会诊，向教育部来申请。那但是呢，因为这个每一间这个偏乡学校的状况都不同，所以要所需要的补助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想请教这个部长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要点在今年初的时候订的，那在这个作业要点实施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我们在目前有没有要提出什么样子的修正？是跟委员报告，我想是两部分，因为委员在刚才说明还有荧幕上所提的若干项包含营养师的人力配置啦，还有午餐这些厨房设备设施午餐秘书的，这个会在专法来整理，因为我们已经有部分委员的这些所提的草案内容，我们可以都一并会来参考也希望比较能够制度性的来做改变。那刚才谈到4张 EQ， 因为之前我们跟农委会一起努力啦确实当时在开始试
事情的时候，因为学校对于这个新的这种作业啊，加上那个认证啊验证，是一件困扰的事情哈。那时候教育部也跟农委会来协调，因为那部分如果要由原来的学校的人力啊去进行这件事情，是很难做源头把关，而且所耗的人力啊是非常的庞大哈，所以当时也协调出来，在源头供应的这部分呢、啊，就会由农政单位来协，这个会大幅减少在学校这一端呢、啊、人员，尤其是验收那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也不用看得到，那就要去验收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担心哦。这个在跨部会的协调里面之前有做了一个整理哦。那我想现在应该是比较就绪了，那。对于这个部分，农委会也提出了食农教育法的一个专法哈、未来在提供在地食材这边的应用跟输送，我想应该会有一个更专法的一种规范，把目前这个事情对学生而言是健康各方面是好的哈、只是在作业上我们也希望。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哦，那我们现在目前教育部的草案对于我们营养师的这个业务还有人力分配上面有没有一个新的规划？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营养师他必须要在不同的小学之间来做奔波，那这个奔波的路途当中，其实就造成他们一个很大的负荷跟压力。是。那所以在这部分，我想也会影响到他们在业务上面的表现。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请问部长有没有做一个是跟委员报告哈、现在我们立院我们两组委员的版本里面也有关切到营养师的配置了哈。还有这个午餐秘书的部分。对，那现在确实我们教育部也会去提出，因为也了解到现在在人力的配营养师人力的配置，还有午餐秘书的工作负荷跟他的角色哈、这大概会明确的去做一个处理。至于配置的方式，因为我想我们也会参采委员版本，在法案审理的时候啊，大家一并来再思考，一定会增至，只是怎么样增的方法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益哈、我想在法案审理的时候会来集思广益。所以刚刚我想再请部长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是有跟我们在这之前都有跟这个农委会来做这个市章 EQ 的这个沟通嘛，对不对？因为市章 EQ 已经试行一段时间，对，确实有一些行政上一定要再做更简政的处理了，不然学校会负荷不来。好，那可不可以请部长在这部分也就是提供资料给我，就是我们跟农委会这边就是推动市章 EQ。 好，那我请国教署一并把刚才委员询问的还有这个我们整个协助处理还有他们分工的，因为当时确实花了好几次哦，帮我们秋前署长之前也都是直接参与协调、我想把那个过那个整理的东西给我一并参考。好，谢谢部长。好，谢谢，谢 谢,、谢谢吕委员，谢谢部长。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刘委员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陈曼丽委员质询。谢谢主席，请部长。常委员好。部长好。昨天是国际幸福日哦，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孩子们幸福吗？还可以再努力，还可以再努力啊、其实按照这个国际的评比里面呢，我们的成绩不差哈、如果以全世界来说的话呢，156个国家里面我们拿到第25名哈、那如果是以亚洲地区的话呢，我们是拿到第一名哦。可是呢，刚刚部长有讲到说我们还有要再努力的地方，那我就想到是说，其实真的是有哈、因为我们的台湾的青少年忧郁的状况非常的严重，有20%的国高中生他们曾经认真想到要自杀哈、那这个自杀呢也都是我们的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第三大死因这样子了哈、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有这么多的孩子哦，7个里面就有一个哈、他是有情绪的一些的忧郁，然后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请问一下部长，我们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年轻的孩子？因为现在少子女化，每个孩子都是宝贝哦，所以如果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
潜在的因素的话，我想这个其实是大人真的是会希望能够好好的帮助他们。是，跟委员报告哈、哦，这个确实是，教育一定要去面对哈、哦，而且要去注意。那因为刚好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变化比较快的阶段，如果加上一些外在因素，包含家庭因素，可能会导致包含学业啦哈、哦，都可能会导致他一些情绪上发展受到影响。那在这部分，除了我们常态性的课程，本来也有在把这些都放进来，透过老师的教学去进行。那另外一个，这次因为之前的学生辅导法的修法，其实是逐年的去增至我们专业的人力进到校园来。我想这个对于有需要的学生，这会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好，我希望我们尽量能够在校园里面哈，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他的一个忧郁啊。对，但是我跟我们再补充一点，我要再提到一个，就是说有关于家庭教育哦。那家庭教育的话呢，我们一个市民哦，一年的经费是7块钱哦，平均是7块钱。所以这样子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政府其实在这一方面的预算太少？所以呢，孩子他可能是每天大概有1/3的时间是在这个学校，但是可能1/3的时间是在家里面哦。所以家庭教育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小孩子呢，他没有办法受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了哈。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再宽列一些的家庭教育的经费呢？是，我跟委员报告，但我刚才先跟委员再补充一下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鼓励有更多的社团还有运动了哈。那天我自己有机会去看 HBO 的那些，我感觉运动实在是会帮助孩子在情绪各方面哦得到更正向的发展，这个应该要不遗余力的去做。那刚才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一次感谢我们招委哈、哦，还有委员这边关心家庭教育法的这个排程，如果尽快我们有机会大家形成共识，把这个法修过，那也刚好来得及在108/09的预算筹编正式好的时间点。我也刚才回应我们何新崇委员在提说，教育部一定要在家庭教育哦搭配我们有效的策略方法上增加预算的编列。好，那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应该都会支持，是、哦、让我们孩子活得比较健康，然后心情也比较好一点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各县市的这个受虐的一个案件数哈，其实案件数最多的是高雄哈，然后再来是新北市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会想说，哎，那我们的公部门到底做了哪一些哈？那我如果从网络上的这去看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都有这个网络平台嘛哈。可是呢，网络的平台我们看到，就是上半夜的话，你就会看到新北和高雄市他们的影片非常少。那如果他看到高雄市呢，他的影片可能看起来就非常单调，都是一个谈话而已哈。那所以呢，他观看的次数人都非常非常的少。那另外当然说订阅的人数当然就更少了哈。如果新北的话才13个人，然后高雄的话是15个人哦，表示说这样子的一个机能哈，可能没有就发挥到一个功能。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的协助哈，让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影片要精彩，第二个呢，观看的次数大家因为觉得这个是有用的，大家才会来看嘛哈。然后呢，大家就是订阅的可能也会比较高一点。在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的策略上面能够去从中央到地方都能够做一些的连接？我相信中央如果有好的资料的话，地方也应该在做连接的。是委员帮我们指出来哈，我想这个部分确实也是这次修法，也有几位委员的版本都希望我们在宣导包含影片，包含透过现在很多新的媒体的这些，能够去强化这个功能，不然拍出来拍得好，但是大家看得很少，这个效益其实是大大的打折了哈。拍得不好的话，大家都不想看。是是，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在整个这部分会来再做提升哈，因为我觉得普遍如果说这一个大家都能够接触一个非常好的这些资讯跟影片，其实这个就是达到更多我们说在家庭教育正确的观念啊宣导上面一个效益啦。好，那最后的话呢，我就想讲到，就是说我们那个校园营养午餐嘛哈，那这个午餐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是说我们应该要有很多的这个资料能够提供出来哦。可是呢，我就看到我们其实是有这个云端的部分，那我们云端的部分呢，就有五个部会哈，在这个上面
面放资料哈，但是呢，我们这个里面呢用了十八个登录的平台哈，所以这个东西好像感觉上非常的混乱。如果是说我们不能够整合的话呢，你会让要填资料的人也很乱，然后呢要看资料的人也很乱，所以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就是教育部来整合一下，让大家的资料能够是容易阅读，然后也容易去实践的这样。谢谢韦奥，我跟我们不报告一下，现在学校填报资料确实只有，尽管后面是有部会的系统哦，他填只有填一个，不会是要去对应于其他的哦。那后面部会这个资料的应用，我想我们跨部会可能大家再来做一个整理，对学校端不会因为后面这个系统而增加负担。对，但是但后面的应用，因为他这个资料不是只有学校在填嘛，是很多的单位做填，其实很多的资料，大家如果说没有整合的话，就是说有的不是光只有学校了哈，是那其他的就包括学校可能要去阅读啊哈，他也许是使用者，也许他是一个资料放进去的单位，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就拜托哈，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的整合。今天我看到别的部会有来到现场，但是我没有请他们上来，主要就是说，我想由教育部来做整合，这样子校园营养午餐的话，成人才会做得比较好。对，这部分我们来努力，如果跨部会哈，我想我们尽量来把它再协调一下。好的，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陈曼丽委员，谢谢潘部长。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委员，高金委员不在现场。好，今天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外委员钟嘉宾、蔡培慧有提出书面资料，请列入公报。那么今天的会议决议如下：报告跟询答完毕，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或者是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家庭教育法相关修正草案、学校午餐促进法条例草案以及学校营养午餐法草案定期继续审查。报告委员，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对，我们就礼拜三把家庭教育法给搞定。好，4月3号。营养午餐我就等你们，然后我想大概是4月底或5月初再来逐条。啊，可是刚刚蒋乃馨委员提的也对了，学生卫生法，那我会来并案审查。然后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